来，报告委员会，我们继续开会。我们昨天预算审查，昨天是从啊，今天从第六目人文及出版业务172零三的部分，零三我看到哪里？零三到182。对啊，172到182零三，零三向下有关出版事业之辅导，1,243,390,000整。172到182。好，可以了。来，柯委要先吗？还是 OK？ 我来暖场的。那个，对。177，我是提177了。我想纯粹就是针对那个每年所编列的450万，对于这个业务，你们都做一些出版业的一个调查。那到底这个调查目前是如何？我们总要看到一个成果嘛。还有呢，你们有就说有一些的资料显示，有一笔是2013的出版年鉴，2011的出版业调查，还是一样，就是我要知道这个成果，就是做了花了这些钱，我们做的成果到底怎么样？然后呢？你对于这些调查你所做出来这个分析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提出一个更具体的一个方式？那还有就是说，因为每年都编这个海外推广的活动，还是一样，我需要这些报告来告诉我到底编了这些钱的成果，好不好？就针对这几项。谢谢。好，来，请回答。你就传真拿我，跟委员报告，跟我是人文司司长朱瑞浩，跟委员报告。有关柯委员所关心的产调的部分，那产调的部分，我们之前是大概是两年，调查一次，在2013年以前，2014年以后就是一年调查，上一个年度的，上个年度的，我们产值在下降。所以我们其实对从这个出版端到消费端，我们出版政策是有制定相关的那个出版政策，来希望从阅读开始来扶植这个整个产业能够起来。那明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这个委员所关心的。是不是有这个改？不要，就是后这当年是调查前一年度的，我们变成当年度的，可能会改为季报会有出来，或者是半年的那个调查的结果会有出来，尤其是对针对消费者的这个部分调查，我们会改为季，对，改为季和或是半年的这个讯息，要把结果的公布出来，这个让这个业者能够依照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调查的结果，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改进，在2016年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当然，因为每一年都编这些预算嘛，我们。基本上做这些研究的话，你的预算当然就是 update， 你才会知道给当年的这些业者最立即的一些的讯息，然后你可以针对这些讯息，我们还是比较知道说你们到底做的什么。业者看到你们这些讯息之后，他做的哪一些的具体的这个措施，好不好？这才是花这个钱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好，来，吴思瑶委员，谢谢司长哈，因为到办公室沟通的时候就有提到，谢谢你们那个年报是愿意以后明年开始变季报哈。那两个东西，就是阅读那个扶植阅读的平台的建制，到底具体有效的作为是什么？规划是什么？我资料我觉得有点少了哈，然后还有全国的阅读日，这是要新做的东西吗？对，那4月23号我们规划的是
我觉得大家很关心，你可以说明一下，我们支持，只是说到底规划，而且应该也不是只有一天嘛，你们会串联一连串的，而且把独立书店可以串在一起，先说明一下好吗？好，跟委员报告，那我们明年原来的这个阅读的推广大家都是块状的，我们明年是带状的，所以从这个台北国际书展开始，我们就推广全市的阅读，先从这个国际书展，然后像台北市的周边的整个的这个独立书店，我们都会跟他们串联哈，然后图书馆也会跟他们串联。另外再来就是到4月23号，那4月23号这个世界阅读日，那我们也第一年配合全球的世界阅读日，我们推全国阅读日，从4月23号一直到5月这个7号为止。那这个期间，我们是名人领阅读，还有扰动全国100家的这个书店啊，一起来做这样子的阅读的推广。那也会跟这个图书馆啊，全国的各县市的图书馆也会来配合，还有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阅读，从了到五月以后，我们接下来是这个金鼎奖的这个选拔和颁奖典礼。那之后金鼎奖的这个得奖的作品，我们也会在全国做巡回的这个推广和展出等等。报告委员，4、2、3是我们第一次就是跟全球100多个国家一起推动。那刚刚司长已经有报告了相关的活动，那我们希望是从2月的台北国际书展，一直把整个推广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延续到4、2、3哈。那当中有特别安排就是阅读大使哈，邀请社会各界来担任阅读大使啊。那我们先前也去邀请了侯孝贤导演，他也已经答应了哈。那他也说希望邀请这个影视各界的朋友一起来哈，担任阅读大使。那为什么是侯孝贤导演呢？因为他每一次去谈电影或谈电影教育我们或跟他请益电影政策，他都第一个会提到希望孩子从小培养阅读，因为他提到说在阅读文字的时候，其实人的想象力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影视的这个意象啊，就是说透过阅读，其实想象力是无限的，其实比影像还更激发人的想象力。所以他觉得说我们就跟他请教电影政策，他反而建议我们要重视孩子的阅读，我觉得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担任这个阅读大使他是很长期的跟孩子这个读书，然后带领孩子阅读，所以我想这个需要社会各界一起来努力，需要社会各界一起来。 好支持。来，吴志扬委员，你有要发言吗？没 ，OK， 好，那来钟嘉宾委员。本来我对阅读是有很高的期待，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更完整的报告。那因此呢，我是本来提出冻结1/4。那在这之前呢，市长跟次长有过来做说明了。那这个报告部分呢，我觉得可以用书面来提出。那主要是希望说，透过书面的报告，我们更能掌握文化部啊，在推动这个业务上呢，你们更明确的做法。因为你们的口头报告，我们听了都觉得很好，但是听过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说用书面的方式呈现。所以那个专案报告跟主席提一下，就改成书面就好。好，那是不是请各位委员支持这一项预算？我拜托一下司长哈，因为我们来自县市政府、县市议会，其实县市政府的文化局对于文学阅读这一块确实就是都很边陲的。那非常谢谢文化部愿意那当领头羊的话，我觉得因为你们是全国串联，虽然我看起来觉得很拍谁，好像台北会是很大的重心啦，很感谢，但是还是各县市串联嘛。那其实我发现县市政府的文化局对于如何引领阅读这个都没有实际的作为，也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我建议你们在做这个全你从台北市政府来的嘛，黑总理，就从串联全国阅读日的这件事情开始，可以预早，因为明年上半年就要办了，你召集一下县市政府的文化局，盘点一下他们手上对于推广阅读现在有的方案。那包括台北市政府对于部分的独立书店，他们也有说要扶植啊，那就是资源连结。那我希望是给他们一点
引导啊，好不好？那串联地方政府的资源，这是拜托再拜托。那台北市如此，我觉得其他县市更需要文化部的奥援。好，谢谢思瑶委员。来，苏巧慧委员。主席好，我这边的话一共有几个案子，那179180182，那关于这个金鼎奖金曼奖颁奖的部分呢，这个文化部已经有来解释过，就是其实这奖励的部分其实是高于典礼筹办的部分，那这部分呢我就接受，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坚持。那这个182的部分也已经说明过了，也可以哦。那但180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是一个对出版产业的调查，那金查呢就是102103年的产业调查，调查完了是在105年才公布，这个显然时效很慢嘛。那文化部的说明你们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说你对于这个时效及品质的提升你们一定会加强注意，但我是觉得这边比较空泛，所以我希望借这个场合是不是能够由文化部这边再次说明并且承诺，就这个部分，他们改为每一季了。好，就改为每一季这样。对，那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欸，明年就第一季就可以开始。106开始。好，好，那我这部分就。当然，当然。那我想大家都是希望这个时效可以加快啦，这样对产业才能真正有帮助。那我想这个地方就不坚持，就支持，就支持，不只是不坚持，好的，支持，支持。好，来，黄国书委员跟李立芬委员。我们今年的国际书展，今年的人数应该创下15年来的新低了。那我们文化部有没有花钱？有，花1700万补助给台北书展基金会嘛，每一年都这样子办。我想问一下，明年的人数会不会比今年更低？啊？不会了。不会哈？要努力啊。真的吗？不会哈？不会，那我预算当然要支持啦，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不会？有五大改革，好，所以可能要你们也可能要提出参展的加速，目前已经增加了，有增加哈，参展的加速，那提一个书面报告跟未来，那明年我会看哦。但是就是参民众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在串联推广的活动，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在这个哈，我很担心判到最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不会嘛哈，不会，很怕这个样子，太好了。那个哈，我给你们一些建议了哈，当然可能你们也已经有一些准备了哈，就是一些 NGO 的组织他们办的一些公民书报那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也特别来协助，有协助嘛哈？对。好，然后它的规模比较小的出版社的那个，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文化部都有专案协助，因为我们摊位蛮贵的。文化部有专案协助，有专案在协助。关于 NGO 的部分，降到这个八折。哦，好，好了，你们去弄一个全部的摊位，弄一个计划是降到七折。来，你给一个书面报告了。这个我几点跟重点跟委员报，你全部的摊位降到七折。我们这个公民书区的部分 NGO 特别支持。好啊，然后空间也有所改革啊，那这个开放时间也会延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去连接跟整个推广的活动，我们从台北书展起跑到423，整个来营造阅读的氛围。好，好，这个，请你们的谢谢部长，你连这个都知道，太厉害了。书面报告说明了哈，要写的像部长讲的这么生动有趣，而且讲重点呐，而且要有观念，而且哦，要你们不要做什么，你们就把部长刚的回话写成你们记下来，就书面报告了。各个预算说明的那个回应稿、说明稿都很官方，很八股。来，主席，那既然你讲到这里的话，我可不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就是说，昨天到今天，其实文化部已经要提出很多的报告，对，回应不同委员的需求，是不是可以就直接就是委员都有，这样就不用？当然啦，当然啦，他们回给我们本委员会的都一定给各位委员，都一定给各位委员。谢谢。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大家都有。来，李立芬委员，没动，不用冻结，他就会给你报告了。还来，李立芬委员。2月要办，对啊。来李立芬委员，你没有开麦克风是不是？
我的案子是178，那主要是关心同一书架。那其实也有回复说已经委托政大的教授在进行研究，那已经在年底会有一个期末报告会结案了。那昨天部长其实也对整个出版业要怎么去提升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说明，所以这部分我也就不坚持支持哈，就好，谢谢。那只是再提醒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当中一个措施是要讲那个最有利标，可是这几天在台北市议会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声音出现，所以可能在跟地方这边的一个沟通可能还要再继续。谢谢委员，让我这个30秒很简单的回应一下，就是说有关这个图书采购采这个最有利标哈，这是由文化部报请行政院核定，那我们发函给所有的行政机关跟公立图书馆哈。那其实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有相关廉政原则的配套，所以其实不会产生如台北市议员有些害怕说这个最有利标是不是有一些图利等等的问题，其实公共工程委员会都有这个廉政的配套，要我们要一并来推动。那像吴思耀委员等委员都在关心说文化采购其实有必要从品质去思考，那尤其这个最低标啊，下烧到书商那个都剩下51折、47折，血本无归啊，我想这个对创作跟这个出版社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就出版应该从政府自己做起。我想我在这边再度的呼吁我们地方的议会跟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新措施。 这个我也在讲10秒钟就好，这个文化部应该统整各县市政府，因为每个县市政府都有预算在采购公共图书馆的藏书，而这个对我们出版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哦。那结果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最低标，然后用统包的方式哦，那整个是完全削弱了这个整个这个什么出版社的利润哦，压低价格，而且啊、哦、这中间的利差利润啊哈都是。我不知道了，都不是在真正的出版业者或者是创作者了，所以我希望这个文化部要积极努力啦，好不好？哦，这个各县市台湾头跟台湾尾拢有这个问题存在哈。好，那我们这个预算是不是可以请各位支持，好不好？那请他们请求他们把这个书面报告要写的详实，来针对刚刚各个委员提出的质问哦，还有他们关心的部分，给一个完整的一个书面报告。好，好，陈学圣委员也支持点头，谢谢。好，来预算照列哈、哦，来接着我们来183到189零四出版产业振兴方案，183到189来请。这一笔预算有9661万2000元整，来有陈学圣、蒋乃馨、吴志扬、柯志恩、陈学圣、吴思瑶等提案。这个振兴方案其实跟刚刚那个采购是非常有关系的。嘿，来，我们吴志扬委员，我先讲好了，因为我是冻结1/2啊，蒋公是冻结全部了哈。但是我先讲一下，这个出版业是需要振兴没有错了哈，但是现在传统的出版业碰到的问题哈，并不是在没有人创作啊，而是创作以后的这个通路的问题。所以其实是他面临的问题是数位出版的问题，这个全世界都这样，都很惨。好，我最近也出了一本书，也是很惨哈。不过，所以啊，你的内容如果送给大家，你没有送给各位委员同事，因为印书很贵啊，要买书，印书很贵。没有啦，我先讲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我看他内容，主要他叫振兴出版业，不是振兴创作。我觉得创作是不会缺的，我们随便每一个人脸书整理一下，就好几本书了，真的。只是说在数位出版这一部分真的没有专门的人才去培养，所以我发现这边它的补助内容都比较偏向于创作跟阅读这两端那对于说专业的出版人才以及数位出版的产业要怎么跟我们这个创作做结合这一块是比较没有琢磨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做振兴方案的话，应该是振兴这一块所以我才是不敢用简略的，我是想用冻结，希望说，文化部针对数位出版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振兴方案啊，能够提出一个专案报告，好，让我们教委会同意以后再来动之。好，好，来，请问还有其他委员吗？来，陈学生委员。我就简单讲，像这个补助青年创作计划300万，虽然钱不多了，说实在，我不知道你怎么去补助，你怎么去找这个青年创作家？你是从网络上面去找网络作家呢，还是怎么样？我只说你要好好踏实去做了，因为这钱得来不易了。好，所以你计划好好做，那我不删你了，好不好？好啊，你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怎么？市长补充一下。跟吴委员报告，有关数位出版人才培育的部分，我们放在03出版事业辅导的那个向下就有，这个国内的这个数位出版。那我们另外有关人才培育，数位人才培育的部分，我们也都跟这个电子书协会还有这个数位出版联盟，我们一起都会合作。有关那个数位出版这个人才培育的部分，我们都跟他们一起合作做人才的培训。那另外就是我们明年会增加强化这个补助这个中小型的这个出版社对于数位出版还有这个版权授权给数位电子书出版的部分，我们都会增加这个部分。啊，青年创作啦。那这个青年创作的部分，我们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对跟这个出版社还有这个希望就是说我们会给作家有补贴，然后希望那个出版社能够这个跟共同这个推这个作家 来做。你跟哪个出版社合作，一个字给他多少钱，一年给他多少生活费？对呀、啊、我不用问了啦，因为我比你内行这一块了，好不好？市长加油了，好不好？是那这不好意思，我还要再请问一下，你03跟04编的科目的主要业务有什么区别？感觉上了哈，你03是出版事业辅导，就是一般的例行的作业了。那你要特别要针对啊，你看你刚才细项的话，都是什么金鼎奖啦、漫画奖啦这些出版产业的奖励，但是你说产业的振兴这一块，应该是在04嘛？对啊，那所以你这个出版业需要你振兴的是这一块，你怎么样把传统的，你看现在那个重庆南路的书店啊，都关了，几乎要关光光了呢。好，那你怎么样帮他转型到数位啊？那这个部分是你们要去做的。那至于创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去鼓励，不是出版业要你振作的部分。好，因为现在出版业你要叫出版业帮你出书也很难呢，因为他觉得出一本赔一本。你知道吗？基本上是出一本赔一本啊，所以创作你再多补助，其实不是说创作不用补助，是不是补助在出版业振兴的这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还是要说清楚啊，不是说一般出版业的辅导那个是一般例行，那你特别要振兴它的话，要从数位出版这一块，你的具体的做法一定要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冻结啊，还是要冻结部分啊，你要说清楚啊。应该是这个样子。来，柯政委员。没有，就是说这个部分呢，我想从刚刚到现在，大家都对于这个整个这个阅读出版是没有问题，都会全力来协助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阅读基本上就是很大的一个文字的一个表达，你要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各方面串联起来？可是为什么大家会怎么都会想要去冻结或甚至是简历？原因就是你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多活动事实的陈述，但是你如何那个号的部分，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真的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建议这个东西不像是说马上那个书展2月1号要去办。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主席，我觉得是应该是做一些的冻结，我觉得应该请司长好好的提出一个规划的报告。我觉得这样东西，包括你刚刚所提到，的确我也觉得这个青年创作的这个计划300万的确是非常的少，但你怎么用这个300万来又配合你这样的名称，你总要给我们一个比较一个更具体的一个策略方案，而不是存在只是这些活动报告的这些的部分，好不好？所以我认为这一大块，因为它毕竟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振兴方案，没有那么立即性，所以是不是用冻结的方法，然后来提出个更好的一个报告？那我可不可以建议我们来处理预算冻结，小小冻结个300万，让他提出完整的
书面报告，好不好？好，那大家支持，来，这一个预算就冻结，小动300万，提书面报告。好，来，我们接下来190案到194案05国家动漫史料及数位典藏，到194。我知道他重复编了。对，就是动漫的部分，那预算数是5000万。来，那个吴志扬委员。好，这个我是191案哈，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就是这个计划其实还没有经过行政院核定就编了，这个是跟预算法规是不符的啊，而且在预算书里面没有定出啊具体它的补助计划跟资金如何运用，就一下框个5000万在那边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有点腐烂啊，好，所以建议全数删除，待行政院啊真正核定啊，而且你有具体的辅助计划啊，资金如何运用，像具体列出来以后再来编列。好，来，那张柯政委员之后，张廖委员。没有，就很快的，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司长，你目前为止是否已经有征集一些标的物了？这个部分。跟交大的那个验。麦克风，来。对。我们现在有对象，可是我们正在咨询，跟他们协商。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没有特别的一个计划跟。有计划。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做一些说明嘛，因为毕竟你要用3300万来办理这些的征集、购置、保存类似的。可是现在为止，所以我才只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有没有特别锁定的一些的标的物？好吧，我觉得这个部分。多的这个重要的漫画家，我们所有的作品从来没有被。司长，你可不可以回应一下，好不好？显然部长比你还要更清楚啊。有像这个叶红甲的那个老师的这个，叶红甲老师，还有这个刘兴清老师的这些，朱德庸老师的前辈那个漫画家的这个作品，前辈漫画家的作品，我们现在都准备了，在对。好，来张廖委员。我想哈，这个案子其实地方我们台中市政府哈争取蛮久的了哈。当然这个案子在行政院国发会他也审查过，包括在前政府的时期就开始规划哈。那当然因为审查的因素哈，我们一直在争取那个动漫的一个基地哈。那因为现在动画跟漫画那个归属权的问题了，之前也有一些问题，那我在想说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同仁支持，因为这是在我们台中争取真的蛮久了，那这个有关到整个 ACG 的产业还有整个漫画，你们是做典藏嘛，先做嘛，对，软体先做，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冻结部分，然后等你们核定后来说明，嘿，说明我们硬体是台中出的哈，然后能够来做一个说明之后，我们就解冻，好不好？来，部长说。好，谢谢张廖委员。好，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啊，这个我们在推动动漫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过去有非常棒的这些漫画的作品啊，那么包括你刚提到什么叶红甲、刘星清、叶红甲啊，那以及我们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得主朱德庸先生哈，那其实他们有非常大家我们都有非常棒的漫画的作品哈，那像我们大家都看过大神婆等等哈，对，有台湾，那但是我们其实没有长期的去建构我们的这一些作品的这个历史啦哈，那尤其以及包括更广泛的可以提供漫画创作的所有的图像的这个历史啊，那我们很需要做一个整理啊，那整理不仅是重建我们自己的信心，而是说让我们的创作者，新一代的创作者，他在创作的时候是可以汲取这些养分啊，所以这个计划这个我们是先从软体开始做起啊，先从软体开始做起，那所以这里编列的明年的是要从这个史料藏品的就典藏开始来做啊，保存跟数位典藏啊，那它的确是有一个建构动漫馆的计划
啊，因为地方政府有提出了这个经贸园区里面相关的硬体空间设备啊，所以目前有报请了一个我们有这个研议的一个计划送行政院，那的确行政院还在希望我们修改中，所以这个计划是还没有核定，没有错啊，所以我知道像蒋委员都会要求，所以我们这边也接受说，刚刚张廖委员也接受说，先冻结一部分啊，或先冻结，那我们计划应该近期就会完成这个修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修订了。好，那后续如果计划核定之后再予以解冻。来，等一下，那黄国书、陈学胜还有蒋乃馨委员，好。好，漫画到底是不是我们出版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我想当然是了啊。那这个部分在整个台湾的出版的发展里头，其实它有占有一定的地位啊。那倡议要设立这个动漫馆，其实已经准备多时了。坦白说，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行政院都还没有核定，但是我知道最后一定会核定的啊，因为地方政府都准备好了。设在哪边呢？这未来的台中市最火红的地段，就是在水南经贸园区，它旁边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媚岛合适的市立美术馆。还会有中台湾电影园区，那他这个计划其实之前就是大家争议很久的台湾塔，大家记不记得？啊，台湾塔，好，反正现在台史附中了嘛，台湾塔那个要推动要花八九十亿了，那不可能做了哈。这个基地我们现在用一个替代，其实就是动漫馆。我觉得动漫馆更符合我们当前的啊文化发展的需求。那台湾会有第一个动漫馆，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都应该乐观其成的啦。我相信陈学胜委员、蒋乃馨委员、柯政委员也一定都会乐观其成。那现在就是说，好，不可以代言哦。啊啊，好。他相信，我相信了。还有吴志扬委员，我相信也一定会乐观其成。漏讲你的拍摄，啊。所以我想这样啦哈，我们就着动了哈。那冻结多少啊，我们再来讨论。但是我相信部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明确讲，这个案子是行政院是一定会来核定的。来跟我们就补充两句话。其实这个计划是从前政府就研议了，就已经形成计划送行政院了，但是因为我来了解了动漫圈大家的意见跟想法之后，我们再做修改。那所以我们在做修改，那当时其实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本来旧的计划行政院是要核定了，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更贴近产业界的意见，所以跟创作者意见我们自己做修改来报行政院，那应该是经费规模是比原来还要小那但是就是说我们比较希望踏实的先从史料典藏做起啊，以后再逐步这个说未来再去思考这个产业界的需求啊，所以我是比较如实的跟委员做这样的报告，对啦，也因此才有说现在待行政院核定，所以我是有信心说行政院应该会核定。应该是说之前的计划比较着重在硬体设施，结果被我们产业界跟创作者骂翻了啦，大家都认为说应该从软体跟人才的培训，还有整个这个产业界的一个产业链的重建，这个东西是比较可以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动漫界，包括产业，包括人才创作者啦。所以现在修正计划变成是比较朝软体的部分的哦。来来，陈学胜委员跟吴志扬委员。好。啊，蒋乃馨委员。好，简单三个。第一个，这个动漫动画，你能不能把它从经济部工业局移过来？这是基本的。因为没有改过来，后面都不用讲，因为你不是主导者，他的主事者是经济部，他还把它当作制造业在看，这一点你不改，我们怎么变没有用？嗯。第二个，这个不能够各地方谁先抢谁先赢，就说谁先破土动工，你就选定这个基地。所以为什么我对台南美术馆有意见，原因就在这里，还有包括有些电影中心，不要就说我动土了，你中央一定要补助我，就设定我这里。这你要有全盘规划，是第二点。第三点，你要做国家动漫史料，那我请教你，你的起始点是什么时候开始？你从1949之后的台湾，还在什么时候开始？更早。那我举例来讲，比如老夫子，他的创作者王泽，他出生在大陆，长居香港，后来到美国，后来又在台湾教书。那你的时间点起始有没有一个想法在？我可以细问很多，但是
不想耽误大家，因为每次你只要涉及到史料，你的起始点就很重要。两点直接、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会说这个先动土，我们或者说先启动工程，我们就去，因为所以因此我才会修计划。否则其实他前政府的时候已经都延役了、啊、那我就是觉得需要软体先行，然后要符合我们业界产业界跟社会现在的期待，所以我就修正了计划，所以这一点请委员放心。那我昨天有报告，我们会回到整个这个文化设施的整个文化生活圈地方文化服务跟国家的政策走向整体思考。那第二点就是说史料就是完整的，它不仅是动漫，还会有图像，事实上也有很多更早期是用图像的方式、哦、所以我们会整个来历史的这个建构。好，来吴志扬委员，然后等一下。好，好，这个一样了。我觉得我对台中也没有意见哈。重点是什么？我觉得看了几个案子，我觉得我们这种模式应该要改变啊，就是说感觉上这个是由台中市政府这样提出来的。好，那我是觉得说像很多什么中心，结果都是 全台湾各地 在做，然后都分散了这个力量、哦、当然如果台中最后争取到这边，应该全部力量尽量放在这一边、哦、哪里是什么哪里是什么。但是像这种案子，我觉得应该像民间那个自提 BOT 的概念，当有人自提 BOT 以后，你不能就给他做，你必须拿出来公开让所有大家人做、哦哦、也许像这个东西、哦、新北市也认为它比较好，哪里也认为它比较好，我也觉得桃园比较好，对不对、嗯、那如果有人提了一个他有这个案子，结果你让大家新北市六都或者哪里大家都来提案，结果发现其实是哪里条件比较好，或者是他欠缺了哪一项设施、哦、的话，也许就不会就是说、哦、因为他提了这个案就很快的就过去了、哦、这样子的话会欠缺一个，整个台湾并不大，你会欠缺一个这种完整的文化设施的一个思考、哦、我是觉得在审这起案子，我觉得终结点都有一点这样，好，不是谁叫了谁就先给他、哦、那你要有整体的这种战略的一个思维、哦、好，那对不起，那刚刚是那个苏巧慧委员跟蒋乃馨委员先举手了哈，对不起，嘿，可以了，先尊重乃公，我只要你接受我的建议就好了、啊、来乃公你提一下，嘿，乃公提一下，不，我想这个基本上动漫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支持了、哦，那可是呢，我们要想今天是审预算，而且是106年到111年的预算，所以这106年是第一年。那这个动漫这个基地也好，这个未来我们要做的5年这个东西，第一个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没有这个资料。第二个到底要花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这个数字。你预算书上面也没有显现出你到底要未来这5年当中你要框列多少钱，你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你要做出保存动漫还是人才培育，培育到怎么样的程度，怎么做，在你的所有的资料上面都无法显现。说实在的，动漫的问题我老早在洪部长的时候我就有提到过，像日本就在台湾设动漫的补习班，学费高的一惊人，可是还是很多人去报名。为什么？就是当你学完了以后，你的作品受到他们日本的认可，他就把你请到日本去，给你日本再继续的培养，给你日本的薪水。所以台湾到底有多少人因这个补习班而被他们网罗到日本去的？所以我当时就在讲，人家日本可以在台湾设补习班，我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让我们的人才能够留在台湾？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以人才培育为主，能够把这个人才留在台湾，基本上我是支持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要看到内容，要看到计划，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实在的，我不分哪个政党，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也讲同样的话，我想部长也听到过我讲很多次，就是行政院没有核定的时候，你要立法院先通过这个预算，我是觉得对立法院来讲的话不应该这样子要求立法院，因为你行政院核定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通过你的预算以后，到时候行政院
没有通过你原先的计划，那我立法院不是很尴尬吗？那就变成我是立法院，就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我完全配合你行政院。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不分党派，我不管谁执政，我是站在立法院的立场，我一向强调这个事情。科技部我也是这样讲，教育部我也是这样讲，文化部我也是这样讲，以前是这样讲，现在还是这样讲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一直希望我们严守着行立法院是监督行政院，站在人民的立场替行政府看紧荷包，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所以我想针对这个计划来讲，我们到底要框列多少钱，我们五年的总工程费是多少钱，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未来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人才培育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想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好吧。好，那我顺着这个前面的委员，我想大家关心一致，那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事权统一的部分，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就整个动漫产业这样来讲，上下游连接起来，除了经济部跟工业局有关系之外，其实在我们文化部自己里面，其实它就会已经是一个跨司的状况，一个是出版人文司会有相关，那另外一个其实跟影视音也会有相关。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部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如果跟经济部这边比较复杂的话，那我们也许就这个产业司我们的部内可以先事权，可以先来做一个整合的工作，让产业可以进行的更顺畅，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因为其实刚刚各位委员关心的都是内容的部分嘛，就是这个史料馆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其实如果说从陈学森委员这样来讲，这个史料的起始点很重要，可以构藏的图书等等非常的多，但是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哦，台湾真正台湾原创的作品，坦白讲也没有多少。在这样子不太多的状况下，有时候我也会很怀疑，一个馆就这么几部台湾的原创本土作品，真的够丰富吗？所以我想这边的话，其实顺着几位委员哦，我其实就认为说，我想建议招委这边主席哦，是不是我们就着动啦，然后请他们提出说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就更了解，其实这个业务就可以推展了。好，谢谢。那张廖委员，我想我来补充一下啦，之前这个其实在前政府的时候，那是洪部长跟那个蔡炳坤次长，因为他知道中部的那个水南经贸园区的场馆很多，那其实他本来那个计划他也不是说要做硬体啦，他要做一个六年的计划，但那六年的计划里面，大概我们也做过专案报告，我们来咨询的时候，那时候我铺上 FB 的时候，其实很多原创的一个漫画跟动画的创作者，他们就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他们觉得是硬体。那时候是一个博物馆园区，动漫博物馆园区，而且还高达19亿的样子。对，19亿了，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在审查，那国发会那时候也有自偿率的问题等等，那市政府也提出说，其实硬体是他们要出的，并不是要盖硬体，他是要做一些，也是要做人才培训，做一些软体的一个建制，然后做类似的这种史料收藏等等，他有一连串的计划，我看了很详细。那他其实他有点要振兴动漫产业的那个味道，他当时也提到法国的经验、韩国还有包括中国大陆的经验，所以后来那个计划一直在修，一直在修。那我们新部长上来之后，我也跟他讲过，他也非常重视哈，立军很重视。所以他现在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还在审。那这个动漫的界的人才，大概都他们都希望说，能够从人才端给他们比较有一些帮忙啦。所以我是建议说着动一部分。其实他们也有怀疑，他们也怀疑说，为什么典藏这个过去的作品要花到5000万呢？所以这个也不是说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说这个毫无疑问，但事实上站在福祉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观点，我是觉得再拖下去，因为他从明年度要开始做了，那明年度也先18亿，我知道那个整个预算大概要编18亿，做很多规划了，阶段性的规划6年，所以我们着动一部分，请他说明之后好不好，然后也看一下行政院他后来通过的核定的计划怎么样，来跟我们委员会做报告之后，我们再让他动之好不好。 好，那我来建议，是不是这个预算大家支持，我们着动1/10，请他提供书面的报告啊。其他因为最近他们这个计划是往大家期待的方向在修正哦，那行政院也最后的决定也快出炉了，是不是可以就支持这个预算
算，那冻结十分之一，请他们提出书面报告及行政院核定之后使得动支。等一下没有要买，来来，部长，来部长。报告委员哦，这个计划的确在修正中。那因为我自己也有不同意见，那我就报修了这个计划，所以行政院还在审查中。那但是呢，无论如何，就是说不管未来的整个动漫馆或者说整个这个基地它的建构的规划如何啊，我们史料的典藏跟整理是一定要做的。不管有没有管，我们都要做的，对国家而言是都要做，所以明年是一个必要的预算了，它是可以明年是一个必要的预算。但是如同蒋委员大家提，它是一个计划就要有核定，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委员考虑看冻结多少但是让我们明年的这个史料工作有一部分可以先展开。那所以我刚十分之一了，五分之一了，五分之一了，好不好？反正院方协调，我的十分之一大家觉得太少，那就五分之一，好不好？搞混机啦，几千万呐。好，那谢谢各位支持，那我们这一项预算就着动五分之一的几千万，那待行政院核定及我们提供完整的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支，好，好不好？好，好啦，哪个？好了，十分之一，好了，五分之一了啦。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零六哦。195案到198对财团法人中央通讯社的捐助哦，那预算数是2亿9957万4千元整。还没啊，后面还有先把关呢。我知道，在后面还没结束啊。会，基本的有规划都有。这个是国家的规划部分，然后其他的。好，来，我们中央通讯社。来，零六对财团法人195到198对财团法人中央通讯社捐助。我还在改，195到198，来，吴思耀委员、张六委员、苏巧慧委员、黄国书委员。那个中央通讯社好好，大家安静，还在讨论。对，来。那个中央通讯社其实是我有几个小意见啦哈，当然可能就是上次这个招揽广告业务行销的事情，我看委员的提案都有提到对于后续的调查惩处是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跟委员会做个说明。那第二件事情是我长期关心我们中央通讯社，其实虽然有很努力来试图说服我，我认为我们的海外驻点还是要做投资，还是要派人，还是要去加强跟国际的链接，尤其是重要的国际的节点。那虽然中央通讯社很努力跟我说明说，我们现在的方式都是跟海外的一些数位汇流跟他们的通讯社的相关的这个结盟，但是我觉得部分丢出去的新闻部的人力还是需要的。那就我所知，像欧洲几个大的城市，像柏林有没有我们的人？刚辞职，所以柏林没有。我问你，布鲁塞尔有没有？因为要记录啊，麦克风要会议记录。布鲁塞尔确定有吗？什么时候有？我跟委员说明一下，这个柏林的刚辞职，所以正在补。那布鲁塞尔有。什么时候有？原来就有了，原来就有是吧？张丁业特派员一直还在，一直都还在。对，还有巴黎，还有这个伦敦，然后还有罗马。那个强化海外布点的部分哈，你还是可不可以把各地驻点的人数多少城市，可以给我一份，好不好？可以。那另外呢，看大家的意见了哈，因为中央通讯社，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思维，我觉得还有蛮多他的。我觉得那个业务的拓展，这个是我真的很在乎的。那另外我跟部长报告一下，也要求一下，也就是中央通讯社其实有非常多的职员工宿舍，其实现在都闲置的。那在我的选区，我服务处旁边就有。
我每天都要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很多的职员工他也许往生了，是他的遗族继续住在那，甚至我服务处旁边那一区几乎都没有人住，几乎都变成地方很麻烦的治安的死角，我们的里长都很头痛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资产，我要跟布朗报告，我觉得我要求盘点一下，就中央通讯社的职务宿舍使用的状况，如果有很多可以收回的，已经没有当事人在使用了，闲置在那非常浪费。像我服务处旁边那一块，我非常希望它就在社区里面，如果可以跟市政府合作或是其他合作，我们来做托育的，我们来做长照的，甚至我们来做艺术家的驻村的工作室，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希望盘点一下中央通讯社，我跟布朗报告，我好不足边啊，不管拿来做托育，不管拿来做长照，不管拿来做艺术家的创作空间，都非常好，我非常乐意带布朗去看。我每天在那边左思右想，然后中央通讯社都说这个一权责还是他们有住的权利，几乎都只剩一户在住了。我服务处旁边那边几十户只剩一户在住，我觉得非常浪费，所以我要求要盘点一下这部分。那你们提出一个检讨报告，盘点的报告，我预算要着动，看到你们的报告，好不好？国有财产就是有效利用，谢谢。好，蒋乃馨委员，谢谢。我要提一个权益问题哈。昨天审预算审到下午的时候，我头就很不舒服。结束以后回到跑外面行程，回到家头一直在痛，我就辛苦你了。为什么？所以我刚刚一抬头，1509，刚刚到1550，现在1509，所以把门打开了。我们的室内二氧化碳已经达到1509，太高了。依照环保署的规定，700最多了，1000超过1000就会对人体受到伤害影响。我们现在1500了，1500多了，你看看现在还在上升，对不对？这个部分啊，我是觉得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啊，要怎么去想办法一下？我们文化部的相关单位跟科室人员太多了。我说真的，我们这审到下午的时候，头昏脑胀，回到家都是头痛的一塌糊涂。辛苦你了啦，不止辛苦，我是为了大家身体的健康啊。谢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处理一下，让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能够降低了。我们现在把两个大门通通打开了，刚刚是后面那个门也打开，好不好？后面两扇通通打开了。刚刚是1500多，550几，打开了以后才降下来，现在又在上升，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一定要尽快处理，否则的话，到下午那我是不是来请议事人员安排啊？联络我们这一栋大楼有没有空余的？现在没有在开会的这个会议室啊，那还没有审到预算的各司处跟其他相关附属单位的人员，可以先去那个会议室先休息。我们分散一下人群，好不好？周伟一鸣，好，来先联络哈，好。太好了，难怪。好，来，中央通讯社。对。要说明一下吗？蒋乃馨出去就降到1000以下了啦。黄国书啦。你靠我最猛的人在这里，当然就1000多啊。来，我们这个预算处理完，休息个10分钟，让他们联络那个会议室的这个啊，处理会议室的协调问题。来，这个中央通讯社。空气不好，我前几天就发现了。主席，那个房舍的事情，我是不是跟吴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的房舍总户数是109户，那么在102年之前，几乎历任社长都不去处理，我反而积极去处理去告。所以委员，是不是应该鼓励我们积极处理？我们现在已经还了56户，您看到很多空屋其实都在国产署手上。不在我们的手里。北投实践阁，我们在北投那个地方是承德路、市东路跟实践街这三块。那这三块当时是因为在85年改之前，在中国国民党打赢文化事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他们允许他们居住，当时是从政府拨迁给他们房子居住。那当他们居住的时候，就已经同意他们住到当事人
或配偶死亡都可以使用，比照现在公有宿舍的处理。那我们85年改制的时候，权利义务关系就要继承他，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要求他搬迁，你现在只有等他死亡之后，我们才能够结束处理。那现在我们用一个方式，就是每半年查核一次，当他发现没有居住事实的时候，我们立刻提出诉讼来解决。所以现在已经还了56户，最近还有3户要还，可是3户当中有一户已经把这个门窗墙壁都打穿了，法院点交时候当场吓一跳。那我们要跟这个对方这个住户要取得诉讼，要求他赔偿，还要国产署授权，国产署授权我们才能跟他们去打官司这个状况。所以现在国产署正在授权中。哎，那个社长，我要站起来，空气好稀薄。不是，因为你刚刚讲的好，我是鼓励你们去活化。我就以我每天在替你购门的那块哈，如果法律关系上，我觉得部长可以去厘清一下，你们去厘清一下，是不是合法？真的是他法律就是可以住到他的那个很奇怪，大家都觉得很违反常理。那但是确实是收回来的，怎么处理呢？收回来就是国产署他来决定处理。像上一次委员提到，就是那一部分的李明希望作为李明活动中心，我们当时也跟国产署联系，跟委员的办公室来联系，他们现在已经同意那边可以使用，因为很稀薄。第二，所以我要看你要给我这详细后面你处理很努力处理的资料。好， 我跟委员一定我们会提供，但是您所提的东西、啊、但是我跟你说，因为 seeing is believing， 我每天在购盟，每天在看。对对，它就是一个闲置，就是一个破败。你知道我们的里长还要去那里打扫，还要请人家去巡逻。现在只剩下一户住在那里的遗孀，他都觉得他住在这里面觉得他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旁边几乎有一个鬼城。因为我们也请国产署提供房屋，让我们能够把它搬迁。国产署后来给我们师大路那部分，那当事人又不愿意搬。那间审预算，我要求这个部分要做一个执行的检讨，全面的清查，然后来给委员会做报告。我要着动预算，因为我要鼓励你们，正向的请你们去活化善用珍贵的国有土地。就这样。因为这个我们已经都在执行，现在都你看好几年还是没有执行不力了。因为委员我不可能掐人家脖子，像我们有一次执行搬迁，当事人就把他瘫痪的父亲植物人放在客厅叫我们搬。他说：“你没有办法把他搬走处理掉，我房子就还给你。”因为像你清查哦，我还曾经去那个信箱看，对，每个信箱都贴这个水电多久没来，缴费多久，都是几年几个月，一直贴一直贴，贴的厚厚一叠，我都有做资料。这就代表清查没有到位，或者是闲置，就是确实是过久。我也希望委员可以有了解，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些空户都已经给国产署了，国产署他不处理，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来，你给详细的这个检讨报告。我们昨天已经提供30户，有几户给国产署，那地方政府是可以去跟那个国产署拨用，或是怎么样的活化处理啊？来，蒋乃馨委员。其实啊，中央通讯社的宿舍在我选区也有了，对，啊，可是呢，我们周边的社区就提出希望跟中央通讯社啊，你这个和闲置的空间跟社区做结合。对啊。不过中央通讯社就同意了。真的？对。所以我们不同意，就跟中央通讯社在楼下花园，我们就让社区去美化啦，去做这个。所以基本上中央通讯社还是有在做事的，还是有在做事的啊。那可是有的时候，它的因为楼层分配的问题，可能有些不太容易。可是至少在我们大安区。师大路那个快到罗斯福路那边的一栋，这个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年，去年那个楼下院子里面就让社区那北投专案，北投三个地方啊，这个部分我们要给中央通讯社肯定一下，谢谢。那既然有能力处理，就应该都有努力处理，因为就是给社区公益性、公共性可以达到，可以实践。可以，这个可以。委员那个提出来的上个月我们就已经按照委员的意思跟国产署协调，国产署同意，所以现在变同意了，已经变成就是当地里民的活动中心了。好，来，还有其他委员有意见吗？那请部长协助我们那部分来做给艺术家的驻存空间，我原本就是这样想的。来，苏乔慧，这个我们
这也要请委员也跟国产署那边协调这个状况。我们请文化部跟国产署跟我们立法院教委会来，吴思耀委员来开个协调会。委员关心的话，那个中央通讯社它的房舍是109户嘛，哈，那30户是归还国产署啊，在士林北投的部分有30户归还国产署，那中央通讯社还在使用的，还有的是53户。那刚刚社长有提到的一些诉讼的历程，是不是能够请中央通讯社给部里面一个报告，好不好？我来协助了解一下，这个报告了解一下之前的诉讼的历程、法律处理的状况，然后呢，是不是我们再会同中央通讯社来跟委员再做详细的说明？好，来苏巧慧委员。好，我想刚刚思瑶委员提到的是非常具体的个案哦，那我这边把问题再回到这个文化部的层次哦，也就是说这个其实除了中央通讯社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争议哦，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传媒还是会有一些不是很妥适的部分，那文化部当然也已经做了处理，不过我想最后整个问题还是回到所谓的国家的属于国家的这个通讯传播它的定位位到底是如何？那其实我们有公视，我们有这个中央通讯社，甚至是央广，其实都是属于同样的状态。所以我这里呢，其实当时提出冻结的部分，也是想要请文化部思考，所谓作为公共媒体它的角色，然后文化部到底对这些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式？我也想请文化部提出说明。那当然是书面就可以，因为这个姿势体大。好，所以这个我这边让主席才是。好，那我是来张亮万委员。我也有提案了，不过我同意冻结一部分，然后来就国家通讯社的定位还有他现在内部管理，对，因为我是记者出身，就是说我们过去这样要求基于 他要生存，因为我看他那个里面的那个预算，他还是有一部分是肩负国家的那个责任，那我们当然是在预算上要支持，可是内部的经营跟定位上面我觉得还是要弄清楚，还有包括刚才讲到一些他们内部管理的问题，我是觉得可以提供一些书面的东西给我们了解。好，好，那我们是不是请各位支持？好，没问题。支持那个报告是不是可不可以针对中央社有关于违反新闻伦理的这个事情？对啊，就刚刚应该好，应该要有非常的妥适的改善做法啊。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那已经文化部已经调查了嘛，这是事实了嘛？这个跟委员报告哦，那中央通讯社因为先前委员有关切有关是否违反新闻伦理，以及这个奖励金的这个财务的分配跟流向的问题啊、哦，那部里面先前有责成这个会计师、律师还有同仁啊、哦，去实地进行查查，因为本于权责，我们本来例行就要有年度的查查，那我们就合并一起邀请律师、会计师一起去查查，那中央通讯社有配合。这个调查哈，那我们初步有发布过一次新闻稿，说明初步调查的情形了哈。那我们也基于这个调查的这个初步的情形，请中央通讯社来予以改正哈。那但是我们还在进行第二阶段的更详细的调查啊。那第一阶段比较着重在违反新闻伦理的部分哈。那第二阶段就是针对财务的部分的处理是否有违反预算法等等其他的啊，有没有并决算等等，就是必须进行比较专业的调查。所以现在在进行第二阶段，那我就如实跟委员报告。对啊，还有那些奖励金，后续如果有比较明确的调查的情形，我们会随时向社会跟委员来说明。好，动五分之一了。好，来陈学胜委员。也是媒体出身哦，但是我不希望中央通讯社沦为过去的公事。那做任何处理的时候，不要有任何政治的考量，好不好？你就是让中央通讯社建立成一个国家通讯社应该有的制度，对啊，维持它的超然。那么在过程当中不要有任何的政治想法跟算计，那我只有这样一个建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从到尾都没有讲政治，我只说讲政治要讲2个小时，对对，我都没有讲，对，我要特别提醒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各位支持这个预算，那我们着动，我建议1/5，然后提出完整的书面报告，这其中包含吴思耀委员所关心，包括蒋乃馨委关心的这个公有宿舍啊、听舍的一个闲置跟活化跟管理的问题啊、哦，那再来就是。
是国家通讯社的定位，还有内部营运，还有所谓的财务状况等等啊，这些都必须要提出完整的说明，以供社会大众来检视了啊。那其中也包括文化部刚刚部长也有讲过，他内部的调查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那整个这个调查的时程跟结果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一个06对财团法人中央通讯社的捐助哦，2,9,957,400整，我们冻结1/5加书面报告。那报告委员会，我们要回到164哦，我的一个整个预算的一个提案就如细项的预算的处理哦。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们休息10分钟，来赶快协调会议室哦。那还没有，审到预算的各个司处还有所属机关的人员哦，可以先到802哦。我们议事人员已经借到802，在我们这栋大楼的8楼哦，可以802的电视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啊101的一个预算协商的一个实况转播哈、哦，同步进行。刚来工还没进来，才不到1000呢，你看一进来就变1500啊，真的。我们等一下要马上会遇到的是国家人权博物馆跟这个我们昨天宣布早上要处理的台南市美术馆的预算了，好不好？然后再接着是艺术发展，还有人权博物馆，好了，陈委员，学生，你若选区有需要忙的，你可以先离开，没有关系。我要帮你告医生，我帮你搞得啊。我们今天晚上，对，我今晚上把美术看完。有事，小妹扶起劳。有一本，然后计划附近。对啊。好，我看。下次省基金，我就要求不用等明天。吴委员一直很关键，那个北投那个，他当市议员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基本上是很难解决，因为什么？我们102年开始采取法律诉讼，诉委就要打官司，那个要诉讼，要打官司，诉讼赢你也没办法。你当议员就当。我们马上降了啊，现在1437，刚刚15多，我什么都没有，就一生一条老命。开了有帮助了啊、哦。我算过吧，除了联合国我没有被告过，其他所有单位都被告过，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就是因为我们要叫他搬迁嘛。他有的还讲说，哎，国展署那一阵子讲说是要跟人家都跟，他认为我们中央社拿了好处来告我们。那个几乎是无解的，而且当初就是给的宿舍太宽松了。他答应他承诺，他说可以住到一边。我们当时他承诺这样。我们现在处理上就是。即便你告知答应。对。对，像那个，他老兵一条，规定快双倍的，明明知道娶了，故意，他又在娶，对，这个问题，年轻才二十几，他那个太太20几岁，他还住那边，而且他们就是为了上公社，对，他一直他们而且县政府一直错误认为将来都跟他们可以换到一份房，所以就打死不退，对，他现在没有错。我都快要昏倒，可是我真的没事。他不想去问你的真相。很多学校宿舍也是一样，难怪以前省预算哈，之后都一堆人改。不过其实将来吴委员使用那个房子有一个风险，因为那个房子都4-5年分期。他大概是想要像我们台中，我以前都是租的。他那个，而且这个居住区块就是住宅区，你如果要使用的其他项目，你还要变更使用。对，还是那些住村，对，一住村。他不是历史建筑吧？不是历史建筑，他就是以前专造的4楼的。他就是一些那个眷村，对，他也是整村迁走，对，然后他就大概去修一下，去了解一下建筑，要花多少钱，对，修完之后他就做一下。
做助理。对，有黄委员、张委员都张良委员都讲，那个地方是黄金地段，国产组是想把它卖了变现，或跟人家中分。这一颗也没开。好，知道。给那个新疆父母的，国际师还没到吧？还没。是我昨天讲的。对啊。好吧。是我昨天讲的，希望。好吧。你在驻外人员？我们25.26个，可是驻外人员的成本太高，一个人平均要350万左右，有的更高达到400-450万，而且他的薪水只是国内乘1.5个，加居家以前装设驻外是比到外交官，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待遇。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新媒体时代，这个派那个点就等于是一个，它没办法扩散。那我们现在就是跟一些国家通讯社合作。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办完兼职，比如说那个，我们有两种，一种是专职的，一种是特约的。我刚刚跟委员报告，专职的成本大概350万上下，特约大概要80万上下，60万到80万。但是他这个采访都是点，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国际通讯社还有那个网站，整个构成一个点线面，才能够维持收入。我们现在这种快速大概是中型的通讯社，大型通讯社差不多是80个到100个。有上个月11月份做协调，是你们的里长，还有你们的助理，还有国产署，答应了。这个地方做协调，他由国产署来提供。有，我现在就是国产署，因为他现在产权已经都在国产署上，我们到那都是国产署，没有，我们有一两户就是刚刚委员我跟您报告，就是我们本来想把它搬到四大路那地方，当时一楼进去有一个老对，就是这个，可是他每次都没有，可是我们要他走他不走，因为现在又是他们有一个儿子，为了这事情我还被告过，他讲说国产署要跟那个建商出根，他们就想认为是一户换可以换到一户，他认为中央社拿到这个，所以他要临时不搬这个。你知道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记录了，是当天的记录。当天记录我再提供给委员，我刚刚给您的是住宿。还有昨天他们应该我给文化部请转给委员，就是这个已经清空的这个房子的住宅，这个所有的都是给这个是总表，这个是在北楼地区的，今年10月才有定，然后等到明年就会。但是我跟委员提醒一下，就是那个房子都40-50年了，有些是海沙屋的状况，不见得能够做。我连市县市长来找。其实您当初在市议员提的那个概念是不好，那个地方可以做合一住宅是最好的。但是现在那个地方就是出现这一个问题，国产组自己有跟建商找国产组谈这个租赁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把现在经营交给国产组，那国产组怎么使用就变成他的问题。像上次委员提的那个要活动中心，我们还要跟国产组去协调，说请他们里长要求的，不过他是打的委员的，他就说他也认为当初董事长规划中华电影公司的定位有点，对，那空间都不大，都是专造的4楼平房，然后他是地方性的，当然那倒是可以，以现况来讲，但是你他要做一些维修，他跟我说干脆你们金马赶快来换机。
这个大概都是超台中超远那个案例，这个艺术家驻村那边，艺术家我二十号仓库的案例，对，二十年前，他说他们提供一个，二十号仓库现在也麻烦了，也麻烦，他红极一时，现在没落了。在餐，因为这种文创产业就现在两个，一个是聚落的地点，第二个新鲜度维持。新鲜度，那时候大家觉得太新鲜了。对。在一个具有历史感的破旧的一个老空间里头，它原本的用途是仓库，对，它废弃了没有用，然后我把它摇成院，它本身它就有非常高度的艺术性，对，然后建筑的一个空间，你新的建筑什么都可以设计，就一个东西设计不出来，历史你设计得出来，历史是没有历史感，你怎么设计出来？不可能，你即便设计了一个老房子，跟它是新房子，对。那个设计不出来，所以刚好台湾在那个年代二十年二三十年前开始，现在比较这个气氛来了，哇，二十号仓库每天最多一天曾经有两三四千个人来，对呀、啊，很多人呐、啊，那时候火红了、啊，对，那时候那个时候我在推那个时候就是想办法，不是主流的知名的艺术家，是年轻的人，我们遴选就是有潜力的人选，而且他的创作是有潜力的，但是有未来性，但是现在不红的，那个时候红毅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栽培的，红毅那时候谁知道这个人，一个高职的美术班的一个学生，年轻人，那一看就不知道像个画家，他是没有说，每次画那个什么鸟东西啊，就真的是鸟东西，我们不会骗你，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两个人，一个李俊阳，一个弘毅。李俊阳就是搞什么覆盖性，搞什么木偶，什么一大堆想法一大堆。那李俊阳哈、哦，披头散发。好，来各位委员，我们来继续处理。我们先来处理哦。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二氧化碳的那个数字已经降下来了哈，好很多了哈。这不是因为委员来太多，没有，是因为蒋乃馨有稍微离开了，离开了一下就降了。应该要谢谢各位委员这么认真哦，来审预算，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谢谢文化部哦，还有所属的各司处，还有单位，还有机关，还有场馆，大家通通有人员通通来到现场哦。华山，来，我们接下来处理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业务207-211。对，所以我们一起的好不好？哎，不一样哦，对不起，我看一下，都一样吗？都是国家啊，都是国家人权博物馆，那我们一起看好不好？207-211。国家人权博物馆哦，嘿，国家人权博物馆在预算书的第102页。问一下，来柯委员，没关系，不会啦。好，我们只问一下哈，那个上一年度的名称是人权史基点保存维护再利用计划，你跟现在目前的变更的理由是什么？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下？那个名称变化一下好不好？还有这个内容是否有一些的更改？我只问这个简单的问题。好，说明一下，请主任说明。麦克风，来，有一个麦克风就到这边。主任那边有。好，谢谢柯委员。我想这个部分是在国发会审议时认为两个名称有一点雷同，内容完全一样，那内容就是名称的部分依国发会的建议，所以只是改名称而已。对对对。好，来陈学生委员。我只关心一个事情，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未来的组织定位，我这一点很坚持，是不是部长一定要为他们，最起码是三级机关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定位在，好不好？这个跟陈委员报告，我一定是主张三级机关，好，所以不会有四级，也不会有行政法人，好，我会依这样三级机关大家的期待跟行政院来争取。好，感谢，谢谢。好，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预算就照列，请支持，好不好？好，来，国家人权博物馆207-211预算照列，来，我们回来处理台南。台南市美术馆。台南市美术馆哈是69-71哦，
六九七十七十一，然后呢，我们要求文化部要把这个台南市美术馆的组织啊，还有整个计划书啊，应该都有交到各位委员的手上。哎，部长手上没有，赶快给部长一份。怎么看？哎呀，陈学生委员说昨天晚上就看完了。好，那你要不要先讲，好不好？陈学生帮我们简报一下。好。那个虽然廷飞自己的好同仁在这里哦，但我要讲这个美术馆。对，但是我要讲他编列上面真的出了一些状况哦。第一个，我们先讲那个典藏。那我看过他每年的典藏经费只编1800万。那黄国树委员非常清楚，以陈澄波来讲，他的一号作品大概就是60万到80万。啊，哦，那你这样算起来的话，你顶多买不起，简单讲买不起哦，所以他要靠什么？他要靠台南新艺奖来补充他的典藏作品。台南新艺奖还比不上我们国家级的一些美术奖，甚至可能跟我桃园的桃园美展是同一个等级。所以你简单讲，它只是一个台南市市立的一个美术馆，属于市民的美术馆。第二个，他的财务计划，乃公跟我都非常关心。他预计一年收入是3376万，门票收入里面，台南市民全部免费，还可以一年预计有50万人要来，门票收入只有350万。那他其他收入是靠停车场收入2760万，这都是最理想最理想。好了，台南市民全部免费，还有50万人会来，然后一年收入350万，总收入3376万都达到，但他一年的开销保守估计3亿3765万，所以一年就最少他要补3亿的钱，这个钱未来会不会变成文化部要来支付？如果你再算入典藏的经费，那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的惊人。最后谈到了他的定位，那么部长有提到说台南美术馆有他的一个历史的定位在。那在台南美术馆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报告里面，他给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定位是以台湾地区美术发展史美术馆为指向，达国际本土化本土国际化。所以高雄美术馆他的市场区隔就很清楚，是以台湾地区美术发展史美术馆为指向。所以你台南美术馆你怎么去跟高雄美术馆说你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你说不出来。那最后一点，我想我们也做过民意代表，也做过政府的官员，我从来没有看过行政院核定之后立法院还没通过，这一个工程经费还没有到位就已经先动工。你可以先框预算，但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他才能动工。可是现在这预算还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假设我这8亿我全部动掉，我说回归台南市，你台南市自己要做自己的市立美术馆，那你自己就用自己的经费来做，中央顶多给你5000万或1亿的支持，已经算很多了。因为这是一个定位在台南市立美术馆，而且他自己设计的时候，他讲说是以城市网络活化型的市民美术馆为目的，所以从头到尾都不是部长你所讲的一日生活圈的跨区域的美术馆，因为他自己这本报告里面所有都写出来。所以我觉得廷飞坐在这里，我压力是很大。可是站在一个预算的这个指引，还有一个美术馆它未来的定位，你从国家级如何来看这个美术馆，它顶多是一个台南市自己的美术馆，所以台南市要负担这个自己的费用。尤其我刚刚谈到那个财务支出，一年只有3376万收入是最理想的，但是它的支出一年就要3亿3760万，还不含典藏费。那这个美术馆未来怎么营运，怎么吸引一年有50万的人到来，台南市民还是免费的。好，我讲完了。好，来江乃馨委员。还怎样读完书吗？主席啊，我想我昨天有提到过自筹率30%以上啊，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嘛。啊，照他这个讲的话，他的收入就是门票收入跟停车场收入，所以他每年的营运都没有办法摆平。那他这个自筹率30%怎么做？所以这个依照他这个
评估报告，市政府他自己都在讲，他只筹你10%，只有10%，啊，而不是30%。至于什么时候可以30%呢？要看十几二十年以后，看将来的营运状况以后，是不是能够达到30%。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昨天就一直在强调，社教机构，因为美术馆是社教机构，社教机构你行政院要它自筹率3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他的自己的这本评估报告上面都说，他是10%，对不对？然后十几年以后才会达到15%，至于什么时候可以达到30%，要看他整个营运的状况。换句话说，根本就是不太可能的事。第二个来讲的话，依照台南市政府的预算，啊，他这个预算是18亿多，103年就开始了，103、104、105、106，这样编列。那预算书里面并没有显现出中央补助多少钱，所以这个整个经费里面来讲，到底是多少钱？是18亿多，再加上我们中央文化部要补助的8亿多，一共加起来是26亿多，还是说是这18亿多里面有八亿是文化部补助的？到底是哪一个？我们也不清楚，啊。虽然我说实话，我昨天我也看过了哈，它这个整个里面来讲，并没有很多的，几乎没有什么商业设施了哈，所以它的收入才会是停车场跟门票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怀疑它将来的营运如何的维持，在这个财务报告上面看不出来，好吧？好，我们等一下请文化部来详细说明哦。那刚刚陈学生委员那个预算未通过就开工的这个，我记得昨天部长也讲得蛮清楚的，这是分两个阶段哦。那中央补助的预算是还没有开工哦，也还没有动哦。那自偿率的部分，我记得昨天部长也有提到，所谓的他们有跟中央争取这个自偿率可以弹性调整的空间哦。那个等一下文化部再统一说明来。陈学圣委员跟吴志扬委员，最后给这个台南的立委做一个建议，或台南市长赖清德做个建议，应该把整个台南就当做一个美术馆，当做一个博物馆。就像我们在审文字法的时候，那时候有管委员，还有几位委员。为了乐兰遮城，我们有一个打开天花板的一个条款，就是为乐兰遮城的一个征收，就是可以超越市价。为什么？因为这样才可以让整个恢复旧貌，它有一个法定的基础在，就是它预算征收没有上限。所以我觉得赖市长不应该去花钱去弄一个硬体建设，你没有那个典藏能量，你的最大典藏能量就是你整个周遭所有的历史建物，整个城就是一个博物馆。我宁可把这8亿给赖清德，你去做整个台南旧城区，包括孔庙这些地区，你用在整个历史建物古迹的恢复，我们都把天花板打开了，你要把整个城市变成博物馆，这才是台南该走的路，而不是去盖一个美术馆，盖好了可是你的典藏没办法吸引人，就会跟故宫南院一样，你盖了的建筑物很美，可是你收藏的东西，不管茶艺、佛像、奢侈品，你比不上其他国家。你既然这样，就吸引不了太多的人。所以我还是建议，这8亿可以给台南，但是请不要用在美术馆，要用台南市政府自己自筹，我们给他一点补助就好了，好不好？来，吴志扬委员，之后陈廷飞委员。好，我大致看，我没有每一页看啊，但是我看到那个4至26页啊。就我们非常羡慕台南啊，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我们非常喜欢去啊，那个氛围很棒。那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一栋建筑呢，其实应该是用以非常谨慎的角度去把它用古迹的角色把它维护好啊。我赞成这个文化部哈多一点补助。把这个区啊，这一栋建筑本身把它保存好，以及它周边的整个氛围的营造哈。你看4至26这个图，这整个区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叫博物馆群呐，
啊，博物馆群的概念，那不一定里面要有哪一个馆是要大到国立这个程度，但是这整个区域是一个啊代表台湾的一个古都啊。像我们在大溪的时候，我们大溪也有一个叫木艺生态博物馆啊，每一栋都没有说里面要放什么什么国镇店之宝什么宝，但是整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啊。如果说那我看了一下它整个这个典藏的定位，其实真的是不清楚，或者是即使是清楚，我担心它的来源是不够丰富啊。换句话说，如果它除了古迹以外，它要展示的是这个原本属于这栋建筑物的历史跟相关的人物，它应该做这一方面的典藏，把它本来它应该跟它相关的人事实地物做一个很好的典藏。如果还有一些这个展览的话啊，比如说美术啊，或者当地啊台南的一些美术家的一些重要的作品的话，也可以在这里面来展览。但是有没有必要因此要弄到一个国立的美术馆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持保留的态度，因为这个东西啊，不，那个台南市美术馆啊，然后我们要用行政法人的角度去管理。我觉得会不会这件事情弄下去以后，我怕不仅我们在这边省的预算这样子进去，我觉得不是很划算啊。另外就是说，我也担心拖垮台南将来自己继续经营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点我不知道，我的建议那个部长你了解吗？其实这个整个氛围是很棒的，好，你不必，因为我看看你后来，我不知道你最后的长相是变成这个样子吗？封面这样子吗？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他搞不好还会破坏到他原来他跟周边的环境的一个协调性。好，那我不晓得，那也许是示意图了啊。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原来的那个原始的建筑，好好的把它修好啊，就这样子。好，它有两个部分了，一个是旧的古迹的部分了哈，一个是新的一个建筑物。来，陈廷芬委员。谢谢哈，不好意思了哈，那个因为这个地方哈是我的选区了哈，所以我想我对这个地方非常了解哈。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国民党的委员哈，可以到我们台南哈，我也可以帮大家导览一下哈。它这个区块真的就是一个文化艺术博物馆区。它从我们的美术馆开始，其实它还有台湾文学馆，然后台湾文学馆再加上美术馆，再加上孔庙文化园区，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争取旧台南地方法院可以变成城市博物馆，就是希望它可以纳入到我们整个博物馆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说，今天台南市立美术馆它真的就是我们台南市的美术馆，所以我们文化部是站在补助的角度，也就是说我们文化部补助8亿来协助我们台南市来做这样的一个所谓我们的建物的一个维护，或是我们建物的一个新建，或是未来的典藏。我相信这个部分都是一个协助的一个功能哈。那在典藏，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典藏会有问题哈？我相信我们从103年度开始核定这个计划之后，我们台南市政府核定这个计划之后，其实我们就陆续在做很多典藏的一个收集，然后包括我们请了台南市立美术馆筹备会召集人，是请了陈辉东老师。我相信大家都清楚，陈辉东老师他在我们美术界的一个地位，还有他对于他的一个典藏，还有他的一些资源，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甚至我们也已经有一些艺术品的捐赠者，而且这些捐赠者其实都非常在我们目前世界各国的一个典藏的一个资格当中，都是有它的一个地位哈。所以我们在103年也已经正式做了发包的动作哈，也是我们请了这个103年9月11号做的统包的一个执行哈。那么是请我们这个板茂建筑师来做一个很慎重的规划，所以其实当时我们是开国际标，
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问题我们就把它似乎就期待中央给我们任何的补助，而是说我们希望借着中央的协助给我们更大的力量，然后能够把台南市立美术馆做一个更好的规划。然后它是有两栋，它现在其实到现场，也就是原本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市警局这一块的部分，就是日本警政署这个部分，它是古迹，现在是保留的，大家可以看它是保留的。它在另外一块，当时候就是市警局的办公大楼，这是后续我们所盖的，它不是古迹，所以现在都拆掉了。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未来这个示意图的当中，可能就是大家说，刚刚陈学圣委员认为怎么会盖成这个样子，到底有没有保留它古迹的原貌，它这个并不是古迹。好，古迹保留它古迹原貌，它本来就是一个美术品，艺术品，所以我们不去动它。我们动的是这一块原本办公大楼，办公大楼不是古迹，所以我们要把它做成是一个真的符合到我们一个美术品的一个东西。所以真的是希望说拜托我们的委员，这个部分真的是台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也在我的选区，拜托大家，拜托大家，谢谢。来，文化部部长来回应一下，容我来补充，因为我知道说委员非常关心是说这个台南市美术馆的定位了哈。基本上从文化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它是一个台南市政府推动的计划，那它未来希望以行政法人台南市，不是市立，台南市行政法人来进行它的营运。那行政法人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公法人哈，那所以它介于政府跟民间之间。那所谓行政法人并不是说它自负盈亏啦，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国表义哈，而是说政府对它还是有编列预算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的主体在台南市政府。那但是它可以有自己的营收啊，那所以它是一个这样行政法人的定位。所以基本上从文化部的角度，等于是说地方政府想要新建一个美术馆哈，那这个它以行政法人，所以未来台南市政府对它还是会肩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它可以创造营收。那蒋乃馨委员关心说，那要求30%的自偿率，基本上我昨天有解释，这个是国发会它核定时候它的一个期待，但是呢国发会它也原则同意我们文化部就文化设施自偿率30%有个弹性，所以未来我们会本于这个权责机关，从它的起步的阶段到未来，让它自偿率有个阶段性的规划。所以这一点，我想不会那么的僵硬，就是僵化，就是说30%的这样的一个起义的标准。所以这是行政面的组织定位。那大家最关心的是说，那为什么国家要支持它？那我们支持的理由是在于说，我昨天也提到，台湾的视觉艺术，我们需要建构艺术史。整个艺术史的建构是非常重要，但是以我们自己国美馆的这个能量，我觉得我们自己都要扩展。然后以高雄市立美术馆跟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来看，其实也都能量不足。那当中很重要就是陈学圣委员提到典藏的预算是真的不够，所以我自己也责成我们国美馆要提出扩大典藏，跟甚至整个空间要思考如何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那与我们自己都要努力了，那现在台南地方政府愿意做，所以我是予以支持的。那就我来看，他的这个典藏的计划，他是有两个馆，那他要从近现代做起，我们近现代的一个美术史做起，那么扩及当代典藏的一个展演，所以他在近现代的部分特别有前辈艺术家的专饰，要有前辈艺术家一个一个的常设的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非常予以肯定的部分啊。那但是委员关心说，那典藏预算一年只有1800，到底够不够？事实上，我都期待当然更多，但是1800其实目前只仅次于国美馆跟市立美术馆，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不够。所以我们自己都要在迎头赶上，那地方政府愿意花1800来典藏，基本上我先肯定他，那当然我也期待他更多，那我们国家自己都要努力。那这个陈学圣委员提到说，前辈艺术家一幅都多少亿，那事实上这个委员他的典藏计划是从100年就开始做，到103年底呢，他有获捐赠了1000多件的这个作品，还有46件是从其他的馆所移过来的，所以购买不是他唯一的来源啊，
我相信他们有做他们典藏委员会非常去努力去进行，所以他会购买，他购买比较以新锐，所以他的预算数没有那么高，但是他其他是接受捐赠跟其他移转管所的这个移转，所以他是从104年开始购，那其实从100年就开始在典藏，所以我觉得他的努力基本上我们是予以肯定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来补助部分的预算，但是未来的营运其实市政府他有他的这个责任在了，所以我想从建构国家的这个艺术史的角度，我们来予以支持，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符合国家政策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是希望说从这个角度来恳请委员能够支持否则这件事情也是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好，来高陆委员，然后陈学生委员、吴思耀委员、黄国书委员。好，我在这里因为我刚刚也花了一点时间看这份报告，其实 我建议啦，就是说当有委员提出质疑，在提出这样预算案的时候，应该要早一点给我们看这里面的资料。怎么说呢？其实我看里头的资料，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台南市政府的野心真的不小，它里头规划的东西不只是说从这个美术馆出发，它连里头的这个台南的生活圈都包含在里面，甚至就是刚刚陈委员你刚刚有提到的，你应该要让城市是一个美术馆，其实也在这个计划里头，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报告。不过呢，我们在看就是说当这个地方行政法人公共事务他要去推动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从几个层面来看。首先就是他的这个规划的报告，好，这个计划案，再来就是人事，再来就是他的财务。我会觉得就是说整个规划的这个里头的这个说明，其实他是写的非常详尽。那我也认为，就是他除了就是要针对这个台南市美术馆，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一个理想。不过呢，他的人事的组织编列的好像有点少。在里头可以看，他本来是高陆委员，这个是台南市政府的事，不是我们中央的事。没有，我的意思是行政法人啊，我们只谈预算啦，要不要补助他啦？对，我在看预算就是要看报告嘛。我说他编列的有点少的原因，就是如果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他是一个很好的，那请你支持啊，我们就给他8亿。我没有说我反对，麻烦听我讲完好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央该讲的，我都已经讲说这是很好的计划了。那你们为什么要觉得说我在质疑什么？不是啦，我只是说你讨论的这个人事的部分是台南市政府的事情，是台南市议员要去议会去咨询台南市长的事情啊。八亿，我们难道不要看仔细吗？再来一件事情，要看仔细，就是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划分的问题。是从今年才通过的，表示说这是一个新的，没有过去经验值的。哎呀，没有过去经验值的一个法人形式，我们难道不要监督吗？你可以监督行政法人，但是行政法人的内容承认，你听我讲完，我是说节省时间一下，你就简要重点好不好？我简要就是说，从这里头来看，就是这个监督机制，我们本来在这里头是设定是台南市政府没有错，然后文化部里头这里有讲说要5年，好，这个5年的期程要这个台南市政府提出报告，有没有错？没有错。那有没有另外一个机制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文化部里面有一个介入的一个基准？我这里要提的就是这个。来来，这个等一下部长，这个等一下部长回应来，陈学生委员。不要生气，来，这个谈文化是我真的是我的原则很清楚了，这个庙不在大，有神则灵了，有庙无神哦，不会吸引人家来的。刚刚这个部长您提到说，给了台南美术馆一个定位，就说希望是以后近代史为重点。那我念给你听的，除了高雄美术馆，当时在发展的时候，它的设定的目标哦。是以台湾地区美术发展史美术馆作为高雄美术馆的定位，好，这很清楚了，就跟台湾美术馆接近。国立台湾美术馆当年为什么要筹设的原因，黄国书委员也非常清楚。从明清时代台闽文献至日治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及战后多元发展至当代艺术作品，都在典藏之内。
所以我们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虽然在台中，它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美术馆，不需要再设一个台南的您刚刚所提到的后现代的美术馆，因为都涵盖在我们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之内。好，我现在跟您谈这第一部分。第二个典藏经费我一直很关心，是说1800万买不到东西，那你说有人捐，如果今天台南美术馆你说你捐的东西不再多，你不能告诉我有人捐了1014件，我做桃园文化局长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要捐给我，我不敢收，因为他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如果今天台南美术馆你今天筹划，从民国100年开始筹划，你筹划的典藏作品人家捐赠的，你可以拿出来有分量的，请告诉我有哪些。你不能写包括台湾明清时期珍贵书画以及我国前辈艺术家作品，唯一写出名字的只有日本的小早川笃四郎的油画，其他都没有名字，请告诉我你典藏了什么，我不清楚。最后我要提到的是，这个案子不是现在才冒出来，从民国101年文建会时代就开始有提，101年、103年、105年一月，在105年一月，文化部那时候态度是什么？为什么到了105年6月8月以后完全转弯，然后快速通过？这个过程，对不起，八亿不能这样来。文化部如果你要通过，不会从100年拖到现在。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转折，文化部请告诉我，最后一次审查105年一月的时候，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好不好？谢谢。好，来来，吴思耀委员，然后黄国树委员，然后叶怡津委员。因为我是台南子弟啦，所以我也关心我的故乡的发展。但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这么多委员给台南市政府很多未来的定位的典藏的扩增，或者是大家提醒的事情，我觉得都会是台南市政府未来在修正或是在 run 这个美术馆营运的过程是很大很正向的回馈。但我要说，我也相信这些很多的论证，大家对于这个美术馆的期待，都已经在台南市议会在当初跟市长在针对这个他们自己在审议预算的时候，其实都有非常完整的讨论了。今天我们在立法院这个场域，其实我自己在想，我很难去要求一个文化部部长说，你作为一个文化部部长，当地方政府的他们愿意努力出大部分的钱来新建一个地方文化场馆的时候，而一个文化部部长的高位他居然站出来朗动说啊，你再想看看，嗯，这样刚好，这样，嗯，很多问题。我觉得文化部一定会，我觉得不要为难部长，他一定是。而且我昨天说过，我在看待文化，在看待台南美术馆这件事情，我要求的是，我期待文化部用高位对他的一些指导或是协助，在于整个文化平权的落实，在于整个他提高更高的公共性、公益性，在他要去补刚刚丽君部长一直在讲的台湾近现代的一些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串接，是有一些不足的部分，包括现在国美馆、台北市立美术馆做的不够的部分，能够有另外一个场域愿意去分担这样一个文化功能的时候，当然是要鼓励。而且我真的，台北市政府现在也在做台北市立二美馆的规划。如果大家的观念逻辑说，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美馆了，你何必需要一个二美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同意，现在大家都在做城市博物馆计划，都在做整个城市都是无墙的博物馆，但是这个大灾问，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那个因地制宜，在地的政府、在地的民意、在地的文化传承跟功能，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龙头的文化场馆的角色定位在那里扮演，在那里支撑。所以刚刚讲的典藏经费不够，我过去当议员，我也每次说台北市立美术馆，你的典藏经费不够，事实上它已经是最多了。好，那未来的台南市美术馆几乎都要慢慢跟上台北市美术馆典藏的那个水平。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可以要求他，要求台南市政府以后请他多放一点力在典藏的经费的扩充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正向的建议。所以回过来讲，我真的觉得，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南艺大在台南，整个台南市美术馆的建制定位、未来的操作、行政法人，其实南艺大整个团队其实参与非常多的讨论，基于一个艺术文化的培植、厚植、文化平权的概念。我真的讲文化平权的概念，我希望有我们台南每当有一个近现代美术馆的可能，我恳请大家可以支持。同样的，未来在桃园，我们看吴志扬委员和陈学生委员多次都在教育文化委员会说，为什么桃园没有一个
国家级的美术场馆或什么，我觉得我们都会支持。不管未来在其他县市有这样地方政府愿意站出来做文化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站在中央，我们就是协助。但是确实，如果有一些我们该给的提醒，我们该给，我们该给的指导该给。所以我真的觉得哇，带他们找不见了哈，我也是请求大家，那这样的一个好的计划，我们给他正向的鼓励，但是我们也给他应该有的监督，这是我的态度跟立场，请大家支持。只要地方政府愿意提出计划，中央都会全力支持了。来，黄国书委员，然后再来叶宜。好，刚各位委员其实都讲得非常有道理的，陈学圣的确是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啊，而且他的专业都令人很敬重啊。好。我还没有讲到但是啊，还没有讲到但是啊。那基本上这个事情是这样，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去区分文化部跟台南市政府在这个事情上的角色。不可能文化部去介入经营管理啊，如果今天是文化部的场馆，我们审到明天都没有问题啊，包括厕所容纳多少人我们都拿出来检讨。对。今天是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案子，我们文化部在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角色，就是补助预算。预算补助。补助预算。支持。好，那现在来了齁。刚才有人讲到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整个台南市它就是全台湾最有能量去建构一个史迹博物馆群。它的地点在哪里？这个台南市美术馆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哈，它的斜对角就是我们昨天审完预算的文学台湾文学馆。文学馆啊，它的另外一个对角是孔庙。孔庙啊，文学馆的边边是叶石涛文学纪念馆。旁边还有非常多的那个古迹啦，设施啊，寺庙，对对对，非常多了，那个非常多了，什么天坛啊，延平郡王祠非常多，然后林百货也都在，都是陈廷妃委员的选区哈。我要说的是，台南需不需要有一个美术馆？我们现在来思考，先思考这个问题哈。我不会说，因为我们台中有国立台湾美术馆，而且就在我家隔壁，我就说别的地方都不能有美术馆，我不会那样想啊。要看各地的需求。如果说在这个史迹博物馆群里头，台南市现在没有美术馆，如果可以带动整个博物馆群的丰富性，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认真来思考。那原来的计划其实是这样，它是要用原来的古迹，它是市殿古迹吧，它应该是市殿古迹啊，用原来的日治时代的警察署的那一个建筑，那个建筑你只要到那个地方，你都会想到，我应该要活化它了吧？好，那么大的精美的，应该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好，我们要思考如何去活化它。好，现在台南市政府想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活化的策略，就是要把它变成台南市的美术馆。好，台南市美术馆很好啊。可是如果要作为一个大型的美术馆，它的空间一定不够，所以他就利用了边边的公有停车场用地，然后找了板茂这个2014年的普利兹克奖的得主，板茂这个建筑师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去了解这个建筑师。他过去成名是因为他善用纸类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南投的纸教堂，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就是板茂的作品啊。我们都很希望像日本普利兹克奖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建筑师的作品，可以在台湾有一个呈现作品的机会。比如说伊东丰雄现在在我们台中市有，好，台中歌剧院了。好，不管，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它是有道理的在发展，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这个东西，它的发展，这个美术馆的需求，包括它现在它要运用原有的这个警察署的这个官舍，跟周边的史迹博物馆群的建构，包括它找了板茂，这个也是国际净土找来的啊，跟它的作品，我觉得这整体它是有一个脉络，我们来思考这个事情。好，那我回过头来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今天审的预算是要。文化部要不要补助这个事情而已，至于未来的他们行政法人未来的营运未来的典藏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台南市政府要去伤脑筋的。我们文化部并没有说要在未来的典藏计划营运管理上给予任何的
协助吧。只有督导行政法人啊，没有吧？提到就是说未来营运，其实以台它是台南市行政法人，就是台南市政府会去处理它的定位跟营运，因为行政法人它也肩负一部分的公共责任，所以这个角色是主体是台南市政府。我知道台南市政府就势力跟那个。我简单回应就是说，因为我从国家角度，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建构整个艺术史，尤其我们就是说近现代当代其实都需要充实国美馆的空间能量。目前不足，我自己都还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那只有市立 台北市立美术馆、高雄市立美术馆，我觉得是不足的。那我们等于说补助了8亿，那以现在台南市立美术馆规划，它是它市政府去承担，然后去催生一个行政法人，等于说我们国家花了8亿，我们得到一个几乎快到国家级的层次的美术馆，但是是由市政府去肩负它未来营运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对国家而言绝对是正面的。我身为部长，我不会去反对这样的事情，部长也全力支持。他在台中，他在台南，他在桃园，对我是一样的。那今天因为台南市政府他启动了典藏，他开始做这件事，我部长当然是肯定他。那未来我也会基于同样的这个原则来看待所有这个其他县市合作的计划。所以我想我的角色是非常清楚。那未来本于权责机关，他的计划我也是会去 review， 是不是符合当时我们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大方向来推动。好，来叶宜津委员。好，是刚刚部长讲的跟我的方向大同小异是我们也其实台南市本来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大的，重新盖一个在我们的安南区或者在其他的以前的县所在地，我们有很大片的空地可以盖一个全新的，然后够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发挥的经费恐怕又更多。而事实上呢，这样的更大的美术馆呢，不但发挥经费更多，要文化部来支持也恐怕有相当的困难。再来更大盖出来以后，就像刚才陈学圣委员讲的哈，他很专业，他讲说那你盖的外观很漂亮，其实里面没有什么吸引人的，还是无神不灵啦哈。所以我们经过几番的讨论，甚至包括跟艺术家们、跟这些老师什么的讨论的结果呢，我们觉得我们现有的这些历史建筑物这个东西呢，包括了那个原台南的警察署、跟嘉南大郡的事务所、跟这个所谓的公使一基地哈，我们整个变成一个美术园区。而那附近刚才黄国书委员也讲到了，还有很台湾文学馆等孔庙等的这个历史建物，整个就变成一个美术文化历史的园区哈。其实它本身建筑物就相当有价值，有美学上、有文化上的价值了哈。然后再加上刚才陈学圣委员讲到一个重点，说那你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哈？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没有办法里面马上有大家所谓什么，但是至少我可以跟各位讲，我们台南的这个林朝英哈，他在甚至被国际认同为是台湾250年间唯一的一个艺术家了哈，到目前为止真正被国际都肯定的哈。那我们现在的典藏还有什么陈澄波、郭伯川、林玉山等，甚至廖继春都是在台南美术教育，在台湾的美术教育，严水龙等都有相当的分量。那你告诉我说我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说愿意捐给台南市政府，可是你没有一个让他觉得放心的地点可以存放保存，他对他捐赠的意愿会有折扣，那这个我们不乐见啊。不过呢你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什么，我们因为还没有确定这个补助款，还没有确定可以成立这个美术馆，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这些艺术家承诺一定要捐，这是鸡生蛋跟蛋生鸡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特别拜托各位，再加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哈，这所谓美术馆放眼看全世界的美术馆也不单
单单是只有画作，各种的雕塑等等也算是美术的一部分。而整个台湾的历史呢，其实早就有很活跃的历史雕塑美术各种的产品呢，其实还是台南，因为历史的关系，因为渊源的关系呢，是最丰富的哈，包括这个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什么早板犀牛啦、猛犸象啦等等，我们其实在佐证，在很多地方哈，甚至在南科都有挖到这些，都将来都会是跟台南美术馆做一个非常好的连结，所以要特别拜托各位了哈，谢谢。好，谢谢叶委员，陈学正委员，至于经费，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如果愿意多给我们一点钱，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收藏，那我们也当然更加的欢迎了哈。陈学正委员，你在简要，那我们请部长做一个说明，再来处理预算的好不好？洗干净一点嘛。我先跟招委谢谢哦，难得预算有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我后面我都不发言了，因为我把时间都用在这个案子上面，因为这案子它代表的意义非常重要。这个钱不是小钱，因为总经费不够17亿，但中央就给了8亿，这个案子等于中央你参与了一半，19亿。那我特别也跟部长在提到的原因是说，台南的财政状况不是那么理想。我又上网去看过，在2015年《天下杂志》所做的调查里面，我们所有的县市里面排名最后一名的财政状况不好的叫做苗栗，比他好一点的叫做台南市。它由负债年减率跟自筹裁员年增率来看，台南排第二名，倒数第二名。好，那接着讲这个美术馆，我刚刚讲过，一年那个总收入只有3376万，门票收入只有350万，其他要靠停车收入，最理想也不过3376万，一年要3亿3765万，一年就短缺3亿。这个3亿未来不会跟文化部来要吗？我先讲在前面，先问一个很大的问题。等一下部长来。然后我特别再次强调说，你们为什么我们在收文字法的时候会把热兰遮城这个条款定进去的原因，就希望整个台南变成一个非常棒的活的博物馆。那么这个美术馆所在地，我常去台湾文学馆，所以附近我还蛮了解，包括后面中义国小那个武德殿都做得非常好。所以是不是一定要盖一个美术馆？因为美术馆如果你典藏品不够好，它很难呈现出来。所以我昨天有举例说，现在在高雄3年前来了一个台湾50博物馆美术馆，在50大楼，他收藏了近40年，收藏1895年之后的50年，跟台湾相关的一些日本的工艺家、美术家的作品，他花40年才收藏，才有今天的成果。今天我们台南在短短几年，1800万的典藏费就要成为国家级的美术馆，很难。你称它为台南市或台湾市，你都没有关系。台南市的高度不在我们这美术馆，而它整个城就是最有大的价值。所以今天两位委员他们都要选市长，我都预祝你们要当选。但是钱要用在刀口上面，所以这8亿可以给台南，但是我一直认为这台南市的美术馆是赖清德好大喜功的结果，我只要做这个结论而已。陈委员，谢谢你支持预算支持台南。我是本于文化在看待啊，这个依照这个，我们大家担心说，我们现在明年补4亿，整体补助8亿，以后它的营运的困难会不会由文化部要去负担等等？其实依照相关法规，我待会也可以请处长说明，是非常清楚。我们本于主管机关核定地方政府的行政法人，那基本上他就要负责。我可以请处长来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有相关规定的。我们本于主管机关核定他地方行政法人，他就要自行负责。您的处理原则就给各个委员了，我们来支持预算处理预算了，好不好？对啦，部长已经做宣示了。最后还没有回答我，105年1月啦，文化部最后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因为到了6月8月政党轮替之后，整个意见就翻转了。我们其实从昨天杨次长跟我都已经说明，他涉及就是说就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那你请告诉我105年1月文化部的建议是什么？请告诉我，白纸黑字告诉我，讲完我这个预算就可以处理了。
105年1月时候，105年1月的这个有没有审查过第一个啦？啊，第二个审查过的意见是什么？啊、可是学生委有提审查的意见，基本上我刚刚都我们完全都如实报告了，就是说我们基于他的整个典藏以及未来要建构协助建构国家艺术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给予支持。那第二就是说基于组织的运作他后来这个要送行政法人，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量。就是他是以一个台南市的行政法人，所以台南市要肩负他的营运的责任，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一个转折嘛。啊、还有一个是在于那个自偿率嘛，我记得部长在讲。再来就是说自偿率，我们也这个争取放宽，所以也就是说台南市政府他要去面对他以后要承担的责任，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考量啊。那所以部长你讲的是6月8月，我讲是1月。105年1月，一月他不是当部长啊，对，所以我回答的是我问了以后我的考量。不，啊，文化部是延续的，那个这个案子谁处理的？请告诉我就可以处理这个预算了。105年时候的1月，因为一月的时候，一月的时候不确定他的组织定位。啊，然后不确定中央地方角色的分工，这些都是520之后我来整个厘清哈、啊。那我会基于，所以那自偿率也是我520上任之后我才去争取放宽的啊。那所以如果在自偿率30%，其实很多的文化建设计划，其实做出来的财务规划，我都觉得不够务实啦。因为你都为了要达到国发会30，你就勉强写个30，但基本上是不一定能够达得到的。所以520之后，我争取30%的放宽，金之门7:3的放宽，这个是非常重要，对所有文化建设计划很重要，它能够务实规划的一个原因啊，这个一个要素。所以我想就基于这两点，我觉得我可以给予支持。所以这一点，我想我非常负责在这边跟委员报告。就是他这我们补助1年4亿，2年8亿，对我们国家去建构艺术史绝对是正面的，而且因为他之前就在筹备软体，我们如果现在着手要做，恐怕也要好几年的时间。我必须说一个我最重要内心的考量是，很多前辈画家的家属，很多前辈画家告诉我，台湾的美术馆不够，台湾的美术馆空间不够，不够重视我们这些重要的作品，他们很担心以后是不是要捐给其他国家的美术馆。这个是我内心非常急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招委随时要我们来报告对于美术馆未来的重建跟这个建构，我觉得我都非常愿意跟委员大家来讨论。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焦虑感、迫切感，地方政府已经投入了心力，然后要来推动。我真的，我身为部长，我没有理由不支持。好，部长，所以我非常恳切。那至于委员提到担心他以后的营运，希望典藏预算更高，我都很愿意本于权责机关这个主管机关去提醒、去建议。所以如果微动一部分，那让我们未来可以来提醒他规划做得更完善，我觉得这样是会非常正面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不太能够认同的，原因是说，你不要把台南这个准备筹设美术馆说那么伟大，你说没有人做过，我念给你听哦。李石桥他师是日本哪一个老师？我告诉你，冈田三郎助教室。廖德正呢？好，南薰造教室。吴九子呢？安井真太郎教室。好，我现在跟你讲，都是民间的努力，非常的多。部长，我要跟你讲的原因是说，不要把这个台湾美术馆为了要让它预算通过，你讲了很多的理由，它本来就是一个堆。不是啦，陈委员，你也不要为了这件事。你不是一天认识我，就是说我对于要协助建构台湾的艺术史，我是认为是我非常核心的工作。包括我们出版，我们每一年本来一年出版数量，我明年也会增加，就是说协助建构这些重建历史，就是我的一个大主轴。那这个真的需要靠这些具体的美术馆空间。我举例，例如说我认为台南文学的这个台湾文学馆跟这个台南州厅的结合是一个好的结合。因为一个台湾文学馆，它每一天 daily 做的事，长期来看它就是在建构一个台湾文学史，而且是与日俱增，每一天的建构，不是只是说把历史重整一下。对啊，对，您昨天也提醒我要去关心它的库房、它的典藏，我想基于同样的心情所以是刚好这样的一个计划回应了我这个焦虑。因为我当部长几个月，我要着手做这件事，我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真的是请委员，好了，陈学生委员、招委我们支持一下啦，我们冻结请部长来做报告了。那您看我同样的立场态度，我对于刚刚这个漫画馆，
我就会去修改他的计划。对，来张天峰，同样也是前政府拍定的事情，我也给了，我也做了修改。对啊，对啊。所以陈委员，刚刚这个台中的动漫馆，动漫这个前政府都拍板了，我还自己把它修改，把它缩小。然后回归史料的建构，软体先行，我也主张软体先行，所以我想我的态度立场是一致的。好，来陈天峰，我的最后两句话好不好？拜托，我们来。没有啦，我是站在地方的角度了哈。基本上刚刚陈学圣委员你的建议，我相信这个部分台南市议会绝对都讨论过，因为它不只是18亿，它是超过一个20亿的一个未来规划。因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目前一个工程，还有未来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典藏费用加进去的。如果要它到它真的可以开馆，其实绝对超过一个20亿的一个预算。所以绝对不是说你18亿，我们中央就补助了9亿。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一个加减数字而已，真的它是一个精神，因为台南县市合并就是用文化的精神，好，所以这个文化精神真的很重要，所以拜托学生委员，陈委员，您在看一下那个新北市这个拜托学生电影文化中心这个计划闲置在那多少年？我上任之后，我们也积极努力协调跟朱市长签约，所以您相信我，我们就说不分任何执政的政党，在任何地方，我们会本于国家政策的需要。我们未来电影中心进驻，我们也送出了行政法人的组织条例，所以我们的整个构想其实都是一致的，请您这一点相。好，那我来建议一下，好不好？我建议陈委员，陈委员你去选台南市市长，你选上以后就会改变你现在的想法。好，来。不会啦，来来，我们是来处理预算，好不好？我这样委员，我们来处理预算。我来建议是来动一部分了哈。那我们刚刚都是动十分之一，那这个才专案报告啦，好不好？我给台南跟文化部各一个建议哈。就这个案子哈，我就刚刚讲说，这个城区是很棒，新盖的部分注意跟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好不好？不要为了盖了一个大的，把旧的原来的氛围破坏掉。这第一个哈。那文化部这个我就讲说，你一直讲典藏很重要，好，那我们自己主动由文化部自己做的典藏计划是什么？你不能也都靠这个县市在做。您讲的就是我内心期待，我们明年的在这个部分的国美馆自己的公共建设计划没有过。好，我们在行政院没有过，这我内心非常遗憾，所以我会再接再厉，我会再提107年的公共建设计划里面，自己要做了。对，然后因为我们要跟政府，我们要跟整个政府沟通一件事情，就是说金资门这个限制的比例在文化的建设里面是应该要放宽的，典藏也是一种为国家未来资产的投资啊。这个是文化部所要做，因为地方政府不管用公务预算，不管用公共建设计划，我们都希望说我会再接再厉，我会提出来。来。来来来，我们来处理预算好不好？我刚刚是提议十分之一了哈。十分之一啊。动议了，五分之一专案报告嘛，好不好？来，那个学生委员，我们同意了，五分之一专案报告。好了，5000万吧，好，8000万。5分之一专案报告，好，那我预算处理就这样子啊。好了，我的今天发言时间讲完了，后面不讲了，可以吧？那希望主席多给我们这种公共政策辩论的机会了，好不好？不要追赶进度了，好不好？不是啦，我是担心大家模糊了焦点呐，啊！祝你们心想事成哈。来来，接着我们第七幕来艺术发展业务，来212总的预算的处理先保留，我们来处理01213214，来第七幕艺术发展业务，我们先处理213214。213214啊，01。你没加油。01的数字不是很大，是不是我可以请大家也连215216217，好，01、02一起讨论好了，好不好？好，来，柯志恩委员。
214的部分嘛，就是有特别提到了产业的调查跟出版嘛成果，而且最主要是你们的网站上根本没有看到这些资讯的揭露，所以我觉得我很难看到成效，所以我才会提出冻结。好，来来来，我妹妹一起吧。来来，蒋乃馨委员、黄国书委员，黄国书委员都支持啦哈。你管我的菜呀、啊！好，我这里有一个案子，就是表演艺术哈，是艺发司可能要去了解我们现在表演艺术发展，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瓶颈跟困境？现在有非常多的他在大学时期可能休息，可能学习表演艺术，但是他对这个有热情的，可是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跟什么样子的机会，让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再投入表演艺术？那我们过去有盘点过一些问题嘛，比如说创意技巧不足，资金取得不易，缺乏适当表演场地，缺乏演出机会，智慧财产权不易保护，一堆哈、哦。好，我想要了解一下，这都是问题，每一年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改善的策略是什么？可能要请艺发司要有一些书面的报告哈、哦，包括各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闲置空间，我们可不可能有机会让他们实现小剧场的可能？有机会吧？有吧？哈、哦，好，书面了哈。好，我大概就是非常简单的意见，那不只是空间而已，你整体的资源如何帮忙他们？我觉得艺发司哈，过去当然你们很多的预算是在补助嘛，你们有补助的政策嘛，那补助政策当然要检讨，那补助政策你们还有政策制定，也就是说，包括视觉艺术、包括表演艺术各个面向，你们现在发展的碰到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整体性的做一个盘整。你们提出一个下一个阶段台湾的表演艺术发展的具体的可行的策略，好、哦，这个可能要你们出来。好，那黄国书委员的意见就请你提出书面。两位委员请，我们先请梁司长，艺发司梁司长来。简要简要。好，我想柯委员的部分哈，我们这个预算了、啊、一年是做表演的艺术的，那今年是105年的哈、哦，表演艺术的这个产业调查已经完成了哈、哦，那在现在正结案，105正结案，印好之后会送给委员。明年是视觉艺术，我们是一年表演一年视觉，也会给那个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团体哈、哦、来作为一个参考哈、哦。是。那这个书面资料给我们委员会哈、哦、啊，那黄国书委员要求在更整体完善的一个这个政策方。方向跟那个书面报告，我每年都也完整的提供。那好，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213、214、215、216，来，蒋委员是216。他坐了我对面，我怎么讲话？好，那就支持照例。好，谢谢各位委员。那217哦到223哦，就是0203的部分哦。02是台湾品牌表演团体的扶持计划，03是视觉艺术之辅导与推动。来，217到223。照例。柯委员，有好，没关系。速度太快了，我们提案还没找到。就照例就好了。好，他给我的报告 OK。好，柯志恩委员说 OK， 那其他委员，还有蒋乃馨、吴志扬、吴思瑶、黄国书等。217到223。听说黄国书有意见是吧？没有了，没意见了。那一件了，他都有说嘛。来，吴志扬委员。好了。我的是220哈。其实我后面有很多提案都跟这个有关啊、哦，就是你们这个全球布局行动方案10到109的第二期这个中人计划，这个案子哈、哦，我后来发现散在很多的单位都有这个科目啊。哦，那我是觉得说，好像我印象中没有听过部长对这整个计划有一次比较清楚的一个说明哈，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啊，这个科目为什么这样散在各个地方？那整体的大战略是什么？我那
整体的策略是什么？因为这个很重要，台湾可能要靠我们的软实力，就是文化去输出，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个别看，不知道要干嘛，但是整体是什么概念，讲一下。然后还有就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一直跟部长讲，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当然电影这些你们都有处理，电视节目啊，电视节目要多用心一点。我发现电视节目这一块好像比较没有琢磨。比较没有琢磨。跟委员来报告，这个全球布局它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中程计划啊。那么是由交流师来统筹，总共有14项的行动计划。那14项行动计划会在我们各业务司来推动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走出去，绝对不是只是靠单一的这个类型啊，它一定是累积的，所以它会由各个单位，譬如说文学啊，然后出版，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艺术。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那我也相信委员会感受到说，像我们的表演艺术在近年来在国际上是持续性的崭露头角啊。那所以这个是也回过头来带动我们表演艺术的成长啊。那所以它是全球布局，是在我们各单位都会有啊。那我们会请交流师把整体的计划14项的计划，待会资料赶快先送给委员来补充。那第二点就是说，委员提到影视的部分，是我在这里面我新增而且列为重点。那由我跟次长直接，我们都到国对国，就说直接希望我们的影视内容可以进去，好，所以这点突破，我是希望说在明年上半年可以看到一些成果，好，所以是不是里面我讲的是特别讲的电视这电视电视节目这电视节目，好，那我们会在思考用什么方式可以切入。可以切入当地国，所以在电视这部分我们列为重点努力的项目，这一点请委员放心，希望明年上半年可以看到一些成果。那你有十几个子计划，你这个那个你电视是放在哪一块？电视因为现在在谈，事实上电视比较重要是要去切入市场，要谈，还没有具体的，那要跟业界来整合，还没有具体的计划。现在我们在预算书里面，其实我们是就在我们的通路拓展的计划里面，应该在影视司跟影视局影视司，我们昨天审查过了。那个等一下会审到了。在影视局，待会影视局的部分还可以再讨论。影视局写的是电影呢、啊，还有电视。有电视，我列为重点，我们已经在谈，但是因为在谈，所以布局里头没有电视，但是我知道是我新增的部分啊，没有在全球布局里面，但是在我新增的部分，我们现在积极在洽谈。在跨国的洽谈，也许因为还在进行中了，也许我再找时间到委员办公室跟委员来报告，好不好？好，那各位委员来，柯志恩，还到223。我觉得223是有关于这艺术银行的部分、啊、但是我肯定艺术银行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我觉得它整个执行的策略上面还是有一些需要被加强的嘛，就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你当初是用政府的这些机构来这个租赁这个所谓的很多的艺术品，但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执行起来，其实收购的就是租赁的这个部分，其实蛮弱的。而且呢，虽然你刚刚告诉我，就说你的价码其实有70万，有100万，但是平均下来大概也只有10万块左右了。那这个对很多的艺术家而言，他们真的觉得被低估了，而且比较起来啊，真的是属于这个价面大概是跟别人比起来，大概只有在0.4%。虽然你提出来跟国外比起来这个部分，但是我还是强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艺术者，他们还是认为在这个部分里面，不管在你的成效部分，在你的所出的价钱这个部分，不是那个钱的问题。而且你知道，在艺术里面，有些时候这个钱某种程度就表达他的一个价值跟他自己的一个声誉吧，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政府如果说真的有机会要去这样去做的话，你是否在这个价钱上面呢，你可以做一个更高的一个部分。不要告诉我说你们，当然你们是有一些艺术团队啊，你们都可以根据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一个鼓励的立场上面，既然有很多艺术家特别提出来，而且你就摆明是艺术银行，我个人认为说你在这个租赁的价码上面是否可以做一个更大的一个善意上面一个表示，还有
要在这个收购的这个数量上面是否不是收购租赁的数量上面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提升？我觉得这是整个艺术银行你当初利益的一个初衷，好不好？好，那柯委员的建议跟指导非常的棒哦，是不是？就书面报告给这个柯委员，好不好？那我们2017到2023哦，有关台湾品牌表演团体扶持计划及视觉艺术之辅导与推动的预算，是不是请大家支持照列？好，那我们预算就照列，谢谢大家支持。来，接着我们来讨论2024、2025、2026、2024哦，展演艺术之推广与应用，还有2027是台湾科技荣誉创新计划，2004、2005一起讨论，好不好？台东的时尚艺术节，我们有柯志恩委员、李丽芬委员、吴志扬委员、蒋乃馨委员。2024到2027，就后来就来李丽芬委员。我这个部分是提到就是网络剧院，那同仁已经有来跟我解释，就是105年要改版嘛，对，那这个部分我不坚持，可是我还是要提出我们文化部我们相关的网站，所有的东西真的太多，然后我们的那个技术真的没有办法赶上，我们可能真的要去盘整，有些不应该再做，我就喊停就喊停，是不是？好，这部长有答应要盘整了哈，好，谢谢，来，来，如果。有没有其他委员有意见？没有的话，是不是我们2024到2027哦，就是2004跟2005的部分，我们预算照列。陈委员，你在教育部审查预算的时候，你要跟我一样啦，拜托你呀、啊。他微笑表示支持啊，嗯，好，那2024到2027哦，2004跟2005向下的预算照列。来，各位，我们先看2006哦。2028到2032哦，打造视觉艺术产业媒合交易平台，1385万3000，就是展览吗？是一个媒合交易的平台啦，这个东西来柯志恩委员。对啊，这个部分不是说这个计划大家当然支持的，可是我想这也是乃公一常常就会特别提出来的嘛。你看它又还是一个中，就是一个连续型的一个计划嘛，对不对？那每一次 ，OK 已经核定了嘛，但还是一样嘛，你106到109。每一个阶段度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已经重复非常多次了啦，就这个部分，好不好？今年因为520之后，为了预算重新调整，所以慢了1-2个月。所以还是一样嘛，你这个106到109，跟委员报告，每一个骑乘经费，对，没有错，它是有一个问题，是它是有一个依据计划，但是这边没有写入时程，是因为它跟额度哈，是因为今年520政权交接，所以预算这个重报。我们很多中程计划、公共建设计划重报，行政院在核定，但预算书一定要8月底如期送到立法院，所以他会初步先给我们核定，但是细部的这个分配，那我们可以拿到经费，你们就是后续补，所以我们会赶快补给委员。什么时候给我们？所以只是因为预算书编列当时作业时间，那什么时候可以补给他们？补给委员会？不是，你先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好吧，你给我们这个部分。那你马上去调。他是因为是。这个是文创司的中程计划。你每一年的计划经费做哪些事？文化生活品牌国际化的中程计划。昨天文创司都有吗？有，都有，给我一份。那给我们委员都一份啦，好不好？好，来蒋乃馨委员。行政院公共建设计划，那给我一份。其实像全球布局也是一样，我昨天有提到过全球布局，对不对？全球布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到底有哪些单位？到底是有哪些预算？每个单位的预算多少？是说着我昨天都讲过了哈。是不是这些中程计划都全部？我只是希望哈，以后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如果已经定案的东西，虽然预算书上面没有，可是提前给我们。对，要及时啊，不要现场给我们，提前啊。现场给我们，我们哪里有时间看？我们没有时间看的、啊。对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希望这个以后要特别拜托一下。那我们委员会就做成这个决议啊、哦，要要求我们各部会。那今天是文化部哈、哦，以后在预算书里面预算说明没有说明清楚，但是已经核定或者是可以提供哦这个短中长期的一个计划啊、哦，包括它的时程，包括它的每个时程的预算数这样详细的一个计划跟资料，请提前在审预算之前补给各位委员，好不好？好。那如果各位委员针对我们06这个1385万3000元的预算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列，好不好？
谢谢。那我们接的是07233234235哦，07摄影文化中心的建制计划，1亿3060万元。有黄国书委员、蒋乃馨委员、李丽芬委员提案。啊，李丽芬委员没有意见哦，支持。好，来，请文化部说明一下，好不好？把这个整个工程进度说明一下。对，好，因为它这是一个连续型预算，现在到底做到怎么样程度？尤其是那个古迹的部分，到底是怎么样？好，来，蒋委员的问题，来，请详实回答。好，那有关于古迹，这是目前古迹修复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已经经过文化局他们审核过了，那整个工程已经划包出去了，好，在十月底划包出去的，所以这个1.3亿一定明年都按照进度来编来做。进度你稍微讲一下。进度目前，整个今年的整个经费的进度哈，进度是差不多都达成的了哈。那明年的部分要花包要去做处理哈。所以古迹修复的部分有最主要是摄影中心的修复的工程案哈。那我们进行招标已经招标出去，那预计106年的1月底开工哈。那摄影中心的部分呢，我想很多的内容就是摄影中心的资产抢救还有修复和保存，还有建立摄影资产的资料库，所以这一发包出去，整个各方面研究人才跟研究啦，这些还有授权的机制，我们整个都全部在进行，整套的配套在进行，所以恳求委员支持。是那这个时程的这个计划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委员，我就更新啊，及时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摄影文化中心的一个进度啦，好不好？及时更新给各个委员。好，对，完整的哈，完整的哈。好，谢谢。那不知道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来，请问进度啦，那赶快补给。如果够的话，当然我们是。好好。基本上印发的部分发展的这个部分，应该我们尽量。好，谢谢蒋委员。对。好，那如果各位没有意见，那我们07向下的预算就照列。那接下来是08。236案至239案哦，08县市艺文场馆营运升级及示范计划，那预算数是2亿1000万。那有蒋乃馨委员、钟嘉宾委员、许志杰委员、吴思耀委员等提案。来，蒋委员，请教一下，这个里面有关地方政府办理艺术节庆国际化2000万，是不是就跟昨天那个讲的，有一个单位3000万，有一个1000万，一个2000万的？好的，好，这是补助地方的啦，好，对不对？好 ，OK， 那我想多元场馆，多元场馆，然后协助地方的场馆可以升级哈。升级还有一个很小型的，是这个其实就是要符合多元场馆，协助地方既有的一些空间哦，不一定要盖新的，但是把既有空间把它设备升级变成专业化的空间。那我们会择这个示范就是说导入艺术总监制，因为空间如果只有行政管理，事实上它的内涵营运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有示范计划能够导入艺术总监，那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推广到其他的这个空间。好，那236至对不起哦，236至239哈，那如果大家支持，那预算数就照列。好好，谢谢各位。那我们刚刚有一案212啊，我本席的提案，这个总的预算数就如刚刚的其他的细目的预算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台东的有来了吗？因为他1:30飞机，他下午我们来了。台东的是在第几案？来，我对不起哦，因为哈台东的史前馆哦，因为它有飞机的一个时效性哦，所以我们是不是请大家同意可以先处理台东的史前馆？462案，最后一页啦，462案到465案。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462到465，最后一页，我们这一本会诊表的最后一页。
来，柯委员。刚从近代跳到史前嘛，这个时间实在是跨越几千万年啊，所以大家需要花时间找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主要的部分啊，就是史前的部分。我想我们所提，我自己个人所提出来的部分，因为还是一个工程的这个层面了，因为有这种三度的修正，所以它那个进度的确是比对起来真的是完全是在延宕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状况嘛。然后呢，其实我第一个、第二个部分，而且你到底是不是有办法在106年的时候能够进度这么落后，有没有办法如期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个试营运？因为我们很害怕，为了要符合你们当初所定的一个时程，然后反而让这个东西还没有完成之后就匆匆忙忙。我想这个经验我们就不用再赘述，但是比较害怕是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部分就是说你11月，你106年11月才开始试营运哦，但是你一个部分的项目你却都是估到这个全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在这个整个起来好像是有欠缺合理的部分。那我当初又有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临时人员的酬金等等，我他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吧。我想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工程延宕的这个部分，还有时程你怎么样来配合。好，好，谢谢柯委员。那苏巧慧委员跟吴志扬委员之后再统一回应好不好？好，我想我这个完全一样的问题就是工程的问题啦。那我只是提醒馆长这边哈，那我们确实是因为一直在追进度，所以你今天讲的就会是一个承诺。那请你想好了你到底是要什么样的时程，因为你刚刚现在坐在我对面讲跟我们来跟我报告好像又不太一样。那我想请你想好再回答，因为这以后我们就照着这个追。嘿，那如果可以说明清楚那当然就支持啊，因为没有钱也不能做事。 好来吴志扬委员。我这个463、464都是跟刚那个全球布局那个有关哈，我们就看了就一直看的就是眼睛花掉了哈。那所以那个赵伟等一下也会碰到类似好几，因为它散在十几个、二十个，散在很多的地方、哦。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你已经散在个别的中心的那部分哈、哦，我们可以同意不要散啊、哦。但是这种统筹的应该是什么交流师是不是？好、哦，交流师的，我觉得你欠我们一个很完整的说明，那要动一部分，好、哦，要来做整体的说明。等一下回来交流师的部分，我们来处理。好，好，那等一下，审到交流师的预算，我们再来处理哈，请他做一个完整的说明啊。交流师有心理准备哈，要讲好一点了哈。来，我们请那个馆长来，简要回复委员的问题跟说明。麦克风，你也掏钱啦。谢谢柯委员跟苏委员的提醒哈。当然也感谢吴委员啊，要统一处理我们那个全球布局的方案。两位委员主要是关心南科的进度，还有我们编列900多万怎么用，为什么要提前编？那进度很简单的跟委员报告，目前呢、啊，我们已经从76%，原来是你们提的时候是42%，现在已经到达60.8%，等于当时是落后26%，到12月8日为止只落后15.6%。我们会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往前推进，所以预估啊，在2017年，但是是2016年的10月份呢，要完全完工。那后面2个月要试营运。那柯委员刚才有提到。2个月的试营运，你为什么要编硬的经费？因为南科哈，我们已经筹建很久，那边不是在盖馆而已，我们有很多的文物要整理，包括人骨、陶器、骨器，900多万件的物件要处理。同时，我们已经在进行教育推广，而且人力进来以后呢，我们不是那2个月才开始禁用，我们半年前就要教育培训啊，所以这900多万呢，是我们很合适的计算过后呢，特别请部长给我们支持的。而且我们原来有105年以前呢、啊，是我们有争取，叫做南管局的经费支应，他们也是专案到105年就停止，我们必须这样的经费来，推动试营运之前的很多的业务。好，谢谢馆长，来杨次长要补充说明。工程的事情哦，因为我是到现场去监工，所以他其实是很清楚的一个状况啊、哦，是低价抢标了，厂商的执行能力不好。那么我们在初期，尤其到从6月份发现它的外墙的石块，因为设计监造的要求品质很高，所以它从福建运来，每次来
初期的合格率只有6%，所以我们吓坏了嘛，因为进度就落后很多。为什么后来可以超前？就是我们直接叫设计监造跟现场监工到原厂福建的原厂的打石厂去监工，不合格就直接退了，不用运来了。退了，他就监工之后，你的整个进度，执行进度就现在就已经从原来的只有十几嘛，现在到60几了，所以。从原来落后20几%啦，到现在只落后15%啦，应该是说已经追赶，赶了大概10几%的进度了。放心了，我们这里下军令状了，就是既然已经可以这样子，对，我们明年10月会完工了。对，我们上次去南科考察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建筑物啊。对啊。就工地呀、啊，明年，明年我希望10月去考察的时候。应可以看到完整，可以进去。杨市长在有工程的专业的背景啦，那他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协助这个史博馆哈，然后去督导工程。好，那是不是请各位支持好不好？那我们明年10月了哈，他们即将工程完成，还有要开馆之前试营运之前，我们可以再安排考察一次了，好不好？好，那谢谢各位委员哦。那我们这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462到465案的预算就照例哦，谢谢各位支持。对，来，那我们现在再回到。240案哦，有关这个艺术业务推展与辅导，这是一个总的预算案。我们先处理241。来来来，我们先来处理两厅院呐、啊。来，241哦，241到01啦，01先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营运与发展哦，241到243，就一个场馆一个场馆来处理好了。来，这是中正纪念堂。241到243有徐志杰、黄国书、吴思瑶委员等提案。他有说明了，那好，大家支持哈。那我们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营运与发展的预算数2亿5109万8000元整就照列。好，接着是国立国父纪念馆，我们有244跟245两案，吴思瑶委员。好，那吴思瑶委员也能够支持哦，所以我们预算数就照列。然后接下来是行政法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营运与发展哦，总共有246、247、248、249。246到249。来，246到249就是国表艺中心。国表艺谁？哦，好。我想国表，我是246的这个部分哈，我想我还是要凸显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啊，不要忘记上次我们在有特别用那个所谓的卖座来做这个丰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我觉得这是凸显，我这是凸显专业人力的这个层面啊。我想另外两点我要特别提出来，像你们现在目前像廖琼芝还有这个唐美云，他们这个票房基本上都五成不到，这个部分，然后呢，其实这也不是反映出只有台湾的问题，几乎在所有东南亚的部分里面，整个的这个文化的人口基本上是大量的，这个素养不够，所以我们这个票房上很难去做一个提升。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我想我只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中央跟地方政府的这个整个的配合，如何让这个部分来，否则呢，这个文化的这个观众啊，这才是我们最需要靠的这个部分。可是目前为止，你看从过去到现在，这个票房真的都不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只要每一次是免费的话，就是场场客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比较是具体的这个部分呢？我想这个已经存在非常久，而且最近几年是更加的严重。所以呢，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为什么要特别把它做一个冻结，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更积极，我想你们都很努力，但是显然这个部分如果不改变的话，我想
永远都是靠这个免费，然后增加，然后真正好的这个票房都没有，然后我们又提不出这个方案，然后呢，就然后你当你要做宣传的时候，又搞出一大堆，我们大家觉得非常有点不太是有点荒腔走板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做一些处理，好不好？好，在委员一起讲，吴思耀委员在发言之前，我先提醒大家哈，我们246到249处理完，因为国表艺中心是一个行政法人，在各位的桌上还有一本是行政法人的预算的一个提案会诊表，有另外一本。好，我们等一下要一并处理哈，因为这是国表艺中心的问题哈，它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法人。对，好好来，张廖委员之后，吴思耀委员。我想我有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编了很多公部门的预算的推动，我想都没有问题哈，就是说国家的资源在推动这方面艺术表演，但我们在行销的时候哈，会去想出用票房来凸显这个演出者的受欢迎的那个方式哈，这到底是哪一个部门想出来的？哦，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行销、艺术行销哈，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性到底？我们其实都很尊重那个国表艺，他用行政法人的那个专业性，我们都希望我们给他独立预算、独立的运用。但怎么会想出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个方式，而且那个大啦啦的这样子做？但后来我们在这个观众反应之后，有一些反应之后，他艺术界反应之后，我们就撤了、修正了。但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我们用那么多的资源来处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这个不要把它 当成一个只是好像一个个案，我们赶快就弄掉。这是不是整个我们艺术行政在推动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到底是专业人力的问题不够，还是说我们这个在雇佣这些艺术行销专业的方式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跟我们说明，否则的话，我想我们增加预算，今天增加3亿多嘛，到包括台中歌剧院，包括卫武营，这个我们也可以支持。可是怎么样在制度性，在整个政策上，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以上。好，来吴思耀委员之后，那个苏巧慧委员，然后柯志恩委员。好，那个我真的很关心，虽然我不是台中选区，但我常常去台中歌剧院给他照咖，我很喜欢去那边，确实有一些不错的那个音乐性的节目。那我真的我很具体讲重点就好，是不是请主席裁示一下？我想具体针对台中歌剧院的这个补助的部分，可以冻结一部分，我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个专案报告。好，因为我想是这样子了，我觉得那个王总监也都很清楚，我调阅了你们非常多的资料，有关于我们整个空间的使用。好，那大家共同的观感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有人说是菜市场，有人说是百货公司。我基本上觉得我进入那个空间，我对于过度密集的商业化的行为让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来这里是欣赏艺术的，当然我非常肯认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形塑为一个公民都可以进来自由进出的空间，它不是只有音乐，不是只有艺术的场域，它更有长民生活的承载这样的功能，我都同意。可是 too over，所以我开始去调阅了你们很多的资料，合约的部分，很多合约的不合理，包括如果我要一一检讨，我觉得部长可能，如果我们能够有个专案报告，其实这些部分部长很难知道这么多，包括我们租给这些厂商的，有的年限很奇怪，有的5年一约，有的3年一约，有的权利金有，有的没有，有的租金高，有的租金低，有的回馈金2%，有的3%，有的5%，那当然都是某一间在经营。好，我对这家没有意见，但我要说的是，我希望来到这里是让大家回到艺术的本质，而不是一个商业的卖场。而且我在这里看得到的所有的东西，跟我在台北的松烟文创逛到的百货公司是一样的。对啊，所以我特别跟您调阅有多少特别扶植台中的文创，台中的新锐新创，你努力找给我四个柜台。
我觉得这个比重，我今天都，我们不要讲在这边浪费大家时间，如果能够有个专案报告，我们好好来检讨这样子的一个 run 的方式。当然你们很辛苦，但方向上大家来，所以我是针对这个国表艺台中歌剧院是415，对不对？可以动个五分之一，动五分之一，报告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就是五分之一。来，这个建议案来，来苏侨会委员，跟柯志恩委员，然后再黄国书委员。好，我想大家真的是这个表演艺术真的是很辛苦啦，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时节哦。所以其实我个人可以表示最大的支持，其实就是我在这个章节当中，我其实没有提案呐。啊，但是并不代表不监督。那因为刚刚大家其实都有谈到从票房的问题来做一个检讨，说我们不应该用票房来作为检核的依据。但是问题是，如果不用票房，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来检核呢？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那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常去这个各个表演中心，包括两厅院等等，看了许多场表演。其实我个人比较在意的，会变成是我们在节目的选择和规划，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更多元的种类进去呢？因为当然我们的国表艺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法人，那文化部不见得可以涉入，但是如果在我们在影视音的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强调要有类型剧的开发，要有不同的形式，让各式的人才都可以有得到发展的机会。那么我们在表演艺术的这个领域，我们是不是有更多元的可能性？因为有时候你说要鼓励年轻人，但是问题是年轻人的种类万一是太，我就不举单独的剧码了啦，但是如果太局限于同一个种类，那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状况吗？所以我觉得李总监真的非常用心，我也很肯定。那当然像魏武云这边，我们有简总监进去，我相信一定能够有更多新创的新的做法进去，这点我是非常的期待。那我这边特别希望说，未来我可能我的监督方向就会变成是表演展演类型的部分啊，不然的话确实没有一个检核的依据，我觉得我们也很难监控啊。好，谢谢。等一下了哈，我们来那个柯志恩委员跟黄国书委员，在吴思瑶委员。我刚除了提到那个专业人力跟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整个的艺术人口的一个提升上面之外哈，其实我觉得刚刚其实回应到就是说，刚不管台南那些大家怕八亿什么，其实都还是那个梦魇都是来自于台中歌剧院嘛，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被硬逼下来的。这个台中的人哈，你们您逮丢了，您逮丢了，你看了你那个一年。亏损2亿8876万的，这没有，我说可能将要，因为是行政法人，他要自己。我了解，所以大家会很害怕。对，大家会很害怕这件事。我知道行政法人，我说大家会很害怕，因为我们这个人力没有办法提升嘛，所以他这个东西都一直在这个部分，所以很怕会再有这件事情来一个发生。那我想我今天只是特别表达，就是说有关于那个高级最顶级的国家的音乐厅里面有关艺音的问题，那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去做解决？还有就是说，你们已经增加了2亿1300多万，但是你们的说明预算说明跟去年度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增加了说明确实一样，这个、东西我是有点意见了，好不好？说明的不够如实。来，那黄国书委员。好，台中歌剧院在争议中开幕，当然后来也惹了非常多麻烦哈，很多麻烦就算了哈。一笔勾销啊，不然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来思考，那现在有没有需要来面对、来处理的一些瓶颈？我想问一下哈，那个中剧场开了没？开幕了没有？中剧场啊，小剧场都开了。好，这个歌剧院哦，它在有限的空间，它挤了三个剧场，大、中、小。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中剧场跟小剧场其实是为了因应在地的一些表演艺术团体，所以我们也希望了解，就是说在提供给在地表演艺术团体在扶植他们这个事情上，我们台中歌剧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这个当然要来检讨了哦。虽然我认为歌剧院到目前为止其实是让台中人或是让很多外地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表演艺术空间，人气是蛮多的哦，坦白说，但是不代表我们现在在营运上都没有问题，其实还有非常多要去处理的事情哦，包括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角色，就是说我们这个歌剧院
跟在地的表演艺术的文化发展的连结是什么？这个可能你们要去思考。我不是只是一个，我就是一个让各个最杰出的剧团表演艺术来这边，我们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展出而已。好，如果这样只是一个中山堂的升级版嘞，我觉得我们还有负有非常多的任务。所以未来如果有一些报告，是不是可以把如何跟在地的表演团体连结，在地艺术文化发展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纳入你们未来的报告里头？好，以上跟你们建议了。好，好，来，那接下来是吴思耀委员，还要再补充是不是？来。我希望你们补一个资料。其实我手上有看到，我们租出去的，就以好样来讲，好样一楼有，好样五楼有，五楼还有餐厅，六楼还有那个 beer 啤酒吧哈。那每一个我们租出去的每瓶多少钱都不一样嘛，有的是每瓶500，有的最高的啤酒吧每瓶收1800。但是问题是在一楼跟五楼的空间，好样就变二房东，他还是有租给很多下面的文创的，请你们提供给我，你们一直没给我这个东西，好样在租出去的每一个的租售的那个价钱。这就是 Paisei， 我过去在追台北松烟成品那一栋，我们发现我们国家这么多的资源出去，就二房东又用很高的钱，我们扶植文创其实就相对有落差，执行的落差，很不希望台中歌剧院也是这样。那目前我看到资料，谢王总监给我相对我要的人尽量有给我了，但是在转租的各柜位的收费，这个是现在缺漏的好大一块，这其实就是我最关切的部分。补给我们，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对于这些小型的新锐新创，其实很难负荷。董事长今天我听到的是啦，但我需要看到数字，好不好？好，拜托。我们各位委员的提问啊，那我们这个国表艺中心要董事长还是总监，谁要先首先回应一下来？董事长先，然后总监。董事长，陈董事长嘛，哈，我印象中陈董事长，各位委员好，我首先利用这个机会感谢这个委员们过去这个三年啊，给我们这个国表艺的各种的指教。那因为我这个今年的年底就卸任了，所以我特别这个代表我自己跟各位道谢。那刚刚委员提的这么多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国表艺中心一直在关心的事情。那我对台中的部分，尤其因为是个新的馆，所以我想有很多人的期待，有很多的想法，不一定能够到最后可以实现。那因此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见。那台中这个部分，虽然会有这个专题报告部分，我是很希望可以由王文仪总监啊，就针对台中部分，可能几位委员提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例如空间的规划处理啊，还有那个行销部分，可能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说明，让委员了解一下我们的经营的理念。好，谢谢陈董事长。那我们请王总监。是有关于这个行销的用票房的部分哦，确实我们那时候在同仁推出这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确实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所以我们内部的检查的机制因此泄露出来，我们可能在这个案子上面，因为同仁非常压力有点大，然后他年纪有点轻，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那当然各位委员所提到有关于文化这个行政跟人力上面的一个这个就是内涵上面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也因此就展开了，所以我们包括了所有的专家学者的这个参与，然后以及内部训练的加强等等哦，都已经展开。那而这个展开目前看起来也确实获至成效。譬如说刚刚柯委员所提到的有关于两位老师，就是廖琼芝老师以及唐美韵老师哦，那因为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大概是七八月的时候，那后来因为我们用一种比较文化这个行销的方法，而且这个民众也对于我们做的节目其实信心增加，所以其实我目前的票房大概都是84%。那两位老师最终呢也是卖完了哦。那尤其是唐美云在两个礼拜之前才刚刚结束，那其实获致了非常好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是在艺术的层面上面，请各位就是给予放心，因为我们的团队对于艺术的掌握以及艺术的这个成就上的追求，其实是我们自我的一个要求。那
那但是呢，对于空间上面的安排，确实我们在空间上面的安排也不是自我来创造，然后来好像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首先我们会已经在空间的安排上面，其实我们跟一东先生所有的规划，空间的规划大概都是获得他的这个首肯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进驻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规划，这是一个流程上的一个事实。那后来对不起，我打岔一下，一东先生连你的空间要怎么去，哪些是卖场，哪些是什么，他都要被你咨询了，我才不相信呢。你不要把一东先生拖下水啊。我没有说谎，然后我说的事情都是事实，然后我想这我们没有说你说谎，但是不要把一东先生这国际的建筑大师拖下水。我们今天立法院教委会今天刚刚吴思耀委员，大家想知道是你空间的配置所衍生出来的商业化受到大家的质疑，是你在把这些空间，好吧，就算移动大师他有规划哪些空间是要做展示或者做其他的文创区，但是这中间的行政程序是你把这些空间委外出去出租出去的，这行政程序是你耶，怎么跟移动大师有关系呢？没有，我没有在讲一东先生的行政程序，我指的是空间。那我们今天在这审预算，要求的是你说明行政程序有没有违法之余之嫌。那当然，我会愿意来提供所有的说明，这样子。那后续所有的这个经营管理的部分，比如说4亿5000万在用在歌剧院上面，我们也希望这个委员们给予支持，因为这个厅呢，因为它不同的一个建造方法，所以我们光管销的费用包括了这个保全啊，然后清洁啊等等哦，大概都需要3亿多。那也因此剩下的4亿5减掉3亿多的话，大概是1亿出头是用在软体的费用。所以如果说有任何的删减或冻结的话，事实上就是在刚这个委员们所强调的，不论是中部团队的一个合作上面，或者是软体的挹注上面，跟这个教育规划上面的这个行为大概都会有所影响，所以也会因此希望各位能够给予支持。那我们该报告的一定会给予报告。好，那陈学胜委员在吴思耀委员。你看我很遵守规定，封口很久啊。那你不是说你都不讲话了？但是我台中歌剧院我只有一个拜托，因为这次不讲我会觉得很遗憾哦。就是台中歌剧院既然已经设计成这样子，我是拜托部长，这个经费要给他支持，让他回到艺术的纯然，那营业面积减少到最小，不要每进来一次，艺术家就觉得被糟蹋一次，然后观众来一次就后悔一次。所以我跟部长拜托，回到台中歌剧院艺术的纯然，我就是拜托，这个经费要给多少，我觉得政府要给他支持，好不好？拜托，好，就讲完了，讲完了。吴思耀，我先讲一下。总监，刚刚大家在说那个海报的事情，我都忍着不讲。然后你的说辞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幕僚，那个时候大家最忙的时候，请问任何一个节目单做出去，那时候是 opening 的期间，你不需要把关吗？那我这样真的对，我真的对国表艺在经营我很担心， OK？ 第二个，这些商业空间其实我也不喜欢你说啊，这都是在一东先生的认可下，他也许会跟你在当初建筑规划告诉你这一区可以做什么空间，这一区可以，但是摆的密密麻麻，这绝对是你们的事，甚至我要说是好样在转包出去的事，对不对？所以你要去监督好样，他当二房东，那他对于这些贵位的安排，他扶植了哪些文创，这是我们关切的焦点。我希望在未来专案报告的时候，你如果还是这种态度，这种阿喜年轻的幕僚阿喜一东先生说 yes 的，那这样子我们怎么监督你们？而且我真的觉得学生委员丽君姐一定支持国表艺，当然她一定支持，可是这件事情要讲清楚。我们刚刚就一直在讲这个行政法人今天好不容易，为什么花多一点时间占用大家时间，因为我们比较少有机会，就是审预算的时候跟大家讲。你要不要知道行政法人是我跟林卓水委员两个通过的，对对对，一起努力，所以了解，我们难得有这样监督的时间，有更多的对话，但是不是这些东西不是丽君部长去怎么样，我觉得，所以我坚持要总监说明。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账要算清楚，谁做得好给掌声，谁做得有问题要检讨。
好，这是我对国表艺的期待，好不好？好，来，那我们请部长做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回应。基本上国表艺是一个行政法人，我想陈学圣委员当时参与了整个立法，行政法人的精神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要行政法人？因为我们希望是专业治理，啊，所以包括艺术总监制。当时在这个通过国表艺设置条例的时候，除了这个将台中歌剧院并入国表艺啊，这是有些委员主张，那我本人是提案艺术总监的提案者哈，我甚至希望说在设置条例里把艺术总监的职权啊，其实董事长也跟我深谈过，就是说国表艺里面的运作结构、组织结构，其实应该在设置条例规范的更完整。但是当时因为要通立法过程，其实时间很紧迫，没有一个专章啊，只有艺术总监部分。但是毕竟有了艺术总监制，我觉得大方向是好的，啊，专业治理。但是也因为是行政法人，它跟国父纪念馆等等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文化部的所属，所以在专业的节目的策划，其实我身为部长，我是非常尊重这个艺术总监的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艺术总监大家的这个专业的治理啊，委员的建议我们可以来吸收的，我们尽可能的吸收，以符合社会的这个期待啊。所以在编列预算上面，其实我对台湾歌剧院的支持是相当高，事实上它的预算的比例是高于两厅院的啊。那当然，因为是这个魏武营是还没有开馆，那为什么要高于他的政府对他预算所占的比例是高于两厅院？因为他刚起步，他刚起步啊。那我也不认为说他刚起步我就要求他的自偿率啊。那但是呢，我们对他预算比例支持比例是高于两厅院的。但因为是行政法人，所以他没有办法向国父纪念馆或其他所属的这个机关是百分百用公务预算，否则他就不是行政法人。所以的确，董事长、董事们跟总监是很辛苦，他们有时候可能还要去募款，还要去结合其他的这个财务的来源。事实上，我个人也在帮忙募款哈。那但是因为本身就是行政法人，行政就他可以结合民间的资源。啊，所以有这个国标艺的董事说，这部长要全额，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现在正在摸索这个行政法人这一套制度了。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哈。那但是呢，我认为，我个人真的认为，不能因为财务上的压力而让里面有过多的文创商品。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委员提的，我很愿意跟国标一起来思考，有需要修正的，我们修正。好，因为我想国际级的剧场还是要以本业为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就来检讨来修正。好，那我们是不是来处理预算好不好？来246到249，那吴思瑶委员他提案有关台中歌剧院的部分。抱歉，稍后我再补充，就预算的部分，除了给国表艺 4.5， 所以说的确是我也觉得说请委员要全力支持，因为我们虽然给比例高，但是他因为是他的整个剧院的设计，他的基本管销跟运作就很强，而且他还要有这个我们叫做什么修改，之后的优化的工程，优化的工程要进行，优化的工程有一些不足的部里面，我们还在思考怎么后续可以支持，但要拜托委员支持他的预算。其实另外我们还有准备了公务预算，是在投入中台湾做这个文化艺术的教育。为什么要做这个教育？就是为了回应柯志恩委员所提到，是要带动观众人口。所以这个教育其实是要之前就要做，就是要扶植在地的艺文的人口，然后以及带动艺文的表演，让在地除了观众以外，还有在地艺文团体，他也能够参与，才能够整个带动他的整个这个表演艺术的产业啊，跟这个欣赏的人口。所以我们有一些预算是在协助推动中台湾的这个文化教育啦，所以其实不会只有4.5亿，其实我们另外已经有成立了中台湾艺文发展小组，是由杨次长在召集的啊，会同我们所有的其他中台湾的文化机构跟地方政府一起努力。来，谢谢，我们来处理了哈。因为刚刚吴思瑶委员是指定那个台中歌剧院呢哈，4亿5千万哈，要冻结1/5专案报告。那不知道其他的大家委员们啊，没有哈。那我们246到249，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哈。指明台中歌剧院4亿5千万冻结1/5专案报告哈。那我们其他这个国家两厅院跟这个卫武营跟其他的营运发展，抱歉，那个招委真的是我都非常尊重委员的决议了哈，但是1/5，我想真的会对台中歌剧院有影响，因为他很多的节目是属于跨国的，
他有些节目是要跨国，而且有些节目恐怕策划都需要长时间策划，啊、所以五分之一真的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对于节目内容的策划。坏人我来做，台中都点点哦，八分之一，谢谢。十分之一了，八好了，八分之一了，谢谢。赶快来排专案，就赶快解冻。来，好吧，台中歌剧院4亿5000万哦，这个预算冻结八分之一加专案报告哦，那。专案报告有刚刚委员所提示到的哦，有关这个场馆内部的一个那个展示空间跟营运的一个是不是充满商业化的这样子的疑虑哦，要做一个报告，检讨报告。第二个是在扶持在地的艺文活动跟艺文团体的努力上面，也要在这个专案报告里面，好不好？那其他的我们就预算照列哈、哦，然后我本席240案哦，这个总的预算16亿7330万6000，原则就如刚刚的细项讨论处理哦。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哦，对不起，我们有一个行政法人，这个独立的一个预算书的一个提案会诊表。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包括黄国书委员、张廖万坚委员、李立芬委员跟很多委员的主决议跟预算案。经营上面。哈哈。交不下那个。我刚刚，他都还是监护报酬一耶，啊，这是一规耶行政法人的一个预算书的一个预算书的我们监督的提案。我来，我先我们就从这个是一个思维了。好了，各位有没有找出这个行政法人这本小本的会诊表？来，我们先从主决议好了啦。主决议它有4、5、6、7、8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国表议中心有没有处理啊？国表议中心没有处理，没有送到。主决议啦，主决议啦。你们主决议有没有意见？主决议不通过。主决议你们都不支持吗？好，都遵照办理哈。四五六七八。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在问你们啊，你们都还没有拿出来啊，你们国表议中心都没有事先来找委员沟通哦。但是来，你们可不可以印一份给议事人员？有很多你们都没有跟部长讲吗？国表议是不是都同意这些提案？4、5、6、7、8都同意了，好。那个议员好，都同意了，都同意。这案他昨天晚上有。OK， 主决议有第四案、第五案、第六案、第七案、第八案，我来共同同意。那通通照案通过。委员的建议我们都尽量先沟通。你们到底有没有沟通啊？啊，有沟通，为什么到现在还翻不出来？我们手上也都没有资料。第七案怎么样？你们也都没有跟董事长讲了，我在猜。第七案你们要怎么样修正同意？怎么修正？麦克风。下一点半了。第七案的决议这边就是党议院这边有建议，就是数字上，在第三行有一个70%的自制节目的比例，其实那个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是依据今年，我们修管公布的明年的外租档期，那国家剧院因为明年修管一二月没有用，那我们自己主办的是国内节目的比例用掉以后，那看起来是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你只要告诉我你要不要跟委员沟通怎么修正文字。我们希望把那个例如有表演团体或工作这一行到那个有没有跟张廖委员沟通？有，那时候有跟主任 有跟主任报告。没有嘛？有啦。好，张廖委员可以接受吗？
好，那就是在第二行例如那里开始到一二三四，第四行整体15%的那几句话划掉。对，好了。那我们第七案就文字修正通过。那其余的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就照案通过。来，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文化部监督的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一个预算的总的哈。第一案跟第二案，第一案是张廖万坚，第二案是李丽芬委员总的预算数的处理。来来，李丽芬委员。来好。就是照例，我这个就是第二案可以改成主决议，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去评估外溢效果，然后给奶奶，那你帮李丽芬委员拟成一个主决议好了。好，你现在改成主决议要马上写啊。啊，那不用好了，就是他们外溢报告要跟李丽芬委员说明清楚哦。好，做报告的时候报告就可以了。好，来做报告的时候再提。对 对, 對，我们刚刚有要求要做报告。好，那就照例啦，张廖委员。第一案就照我们刚才讨论那样就可以了哈，我就不删也不。好，来第二案也照例啊。来第三案是李丽芬委员有关这个机械设备。就是关于那个售票系统，那他们现在已经有改善了，有改善了哈，所以 好，那也支持照列。来，接下来这个第九案、第十案，黄国书委员有关台中国家歌剧院。照列啊！好，照列支持哈，要改善。下不为例。犯的错都不可以再犯。再犯就严惩。对呀、啊，问题是立法院也惩不到他、啊，那就是明年度的预算要删啊，哎，才惩得到他了哈。又惩罚到文化部。再犯，总监跑操场。好，那我们这个行政法人国表艺中心，我们预算就支持就照列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啦，因为歌剧院现在犯的一些错误，那未来卫武营什么时候要开幕？卫武营什么时候要开幕？等一下还有。对，说卫武营以后开幕，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哈，简总监哈，所以你要去问一下王文颖怎么改善，你以后就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好，那我报告文化，我们今天早上了哈，早上是先对，要有一个东西要修，要不要叫协商？对，然后说明剩下几那个蒋委员说他需要休息啊，还是要把第七幕处理完。第七幕啊？对啊，第七幕还有250到257七个案子而已。哎呀，下午再来了，好不好？我们现在先休息，让大家吃便当。我们下午1:30开会。一点啊？一点半。就大概讲一下那个。我知道啊。来，我请教各位委员，我们刚刚那个行政法人国表艺中心的预算要不要协商？因为我们审查完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协商了哈。直接到宣读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哦，1:30，1:30，1:30，请回来开会，谢谢。